一号的来，从一号开始到一号，好好看哦。对，有三个颜色哦，有三个颜色，第一款就要让你们甜甜酱，而且真的很好看。第一款就要让你们加得很开心，而且非常的便宜。我跟阿宇已经买了这个，那一套是他的了，我们自己都要带回家。我一套在我家了，对，已经在他家了，已经可以登记出，已经可以登记出个摆呀，我边讲啊，你贴了怎么样吗？不行哦。我觉得那天拍预告的时候很好看啊，拿着是还好，可是穿上去哦，好柔软哦，重点是它好看又很好穿。因为它穿起来真的是很柔软的那一种棉 T， 跟一般的棉 T 我觉得有点材质有点不太像，因为它情感形象很薄，然后很舒服，然后它总共就是分三个颜色，黑白色，然后跟加一个横黑白也好想买的，而且这种笑脸我跟你说，你穿到十年后还不会退流行，对，每一年都有。阿基公卖情他顾，阿林万博叹气，你不要穿那么久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图案是真的是永远不会退流行的图案，就笑脸嘛。对，然后任何的年纪、任何的身形都可以来穿这一件。然后上面就是有这种仿旧的英文，然后配一个大大的笑脸，然后尺寸是可以穿到 XL。对，旁边有开叉。那如果你今天怕透明的话，白色一点点透，可是这个如果你没有穿小可爱也没关系哦，你只要穿浅色的背心啊，浅色的那种运动背心或浅色的内衣其实是 OK 的，它没有说整个真的很薄，薄到会让你真的很透肤的那一种，不会。最近爱上的奶盖红，那我不行。这个奶，我跟你说，这奶味是不是咸的？对，它上面就是你喝起来，就是它的口味就是很丰富。你刚喝的时候就咸咸甜甜，然后下面再配一口红茶。我跟你说，奶盖红真的很好喝。你们知道我讲的那种饮料吗？奶盖上面就是红茶，然后上面还有一层那个奶盖。哦，喝啉。阿妈过来。壁虎来了。你们都一直在刷关键字啊，这件真的很好看哦，希望你们可以线上加，因为线上有抽500哦，很多哦。对，来哦，打折下来是880，肩宽53，胸宽60，袖长26，袖宽24，衣长65，然后就是分三个颜色，黑白，然后条纹，然后你要条纹的要打2号，要打02黑加1，然后白色就是打01黑加1、01白加1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材质是很好的棉料哦，超好。对，它的棉料真的很好，这件是我们自己都有买，我们两个都有买这一件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 CP 值很高，因为真的不贵，可是穿起来真的很好看。虽然你说它会线上加，虽然你真的要线上加哦，线上加才有机会读到500块。你线上加才有500块，你线下没有500块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一样的花880，你为何不要线上抽奖呢？对，哦，你线下没有那个500块的那个购物金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可惜。所以我觉得喜欢的就在线上加，不要害怕被人家看到，谁不会穿衣服啊？对呀，谁不会买衣服？迷你，对，迷你这件真的很好看。迷你，你要带颜色哎，你要包色吗？迷你加一，哦，迷你，你要带颜色哦，迷你耶。这件真的很推哦，这是我们的滞留款，这件真的很推，超好看，超好看。然后我觉得它手袖做这样子也很好看，就是很可爱。对，它是有一点蓬蓬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蓬蓬，然后下面这里呀，它的手袖这里有接一层螺纹，然后跟它的领口一样都有接一个螺纹，所以我觉得它配色配这样其实很美，有没有横条，然后配一个笑脸，其实是真的最推就是2号一定要加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黑色看起来超好看，再来就白色，其实三个颜色都非常的推，因为穿起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。对，那如果你今天口袋不够深的话，你建议拜托一定要先加2号，因为2号的横条纹啊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而且料子真的爆炸好。然后屁股这边，它后面的长度呢是刚刚好有盖到你的屁股，刚好。对啊。那如果你今天是下半身有穿比较蓬一点的裤子或有造型的裤子，你就稍微给它折起来，就像这样子，稍微给它这样子往上折一点点，让它有一个层次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这样子穿也 OK， 那放下来穿也 OK。其实它的长度不会到说很长，对啊，因为这种长度如果再做这么长的话，会很像。
弹性的，是有弹性，可是你们也不会不用怕说它越穿越大件，然后洗了会变形，不会，它的面料是真的很好的那种面料，你们这样近看材质，它的面料不是那种黑耶哦，不是那种虚虚的那一种棉T，它是扎实的棉T，可是它又不会厚，它的厚薄度是非常的适中，夏天绝对穿得住。然后你有手臂上的这一块肉的困扰，你一定要来穿这种袖子。对，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穿像这种袖子，超好看。太短的袖子就有点害怕，有点害羞，因为这边、就是、没有安全感。嘿，因为现在就是有生管，然后有在背小孩，那个手臂是有点壮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，玫瑰花，玫瑰花。你要带颜色哦，零二要打黑，零二只有一个颜色，就条纹要打黑，然后零一的话有黑跟白，要带颜色哦。对，三个颜色都非常的推。那你们不用。像那红红的脸蛋，盛开在太阳下，嘟嘟嘟啊！七只手，很神奇。横条的穿起来非常的亮，而且不会退流行。
那我先拍照哦。好，然后等一下你们想要看什么颜色？一号有想看什么颜色吗？我先拍二号。秀文说：“我理解哦，因为我儿子也是直播主。哇，你儿子卖什么？卖什么？快点，我也可以去看一下。我真的哎，卖什么？卖什么？我想要看。好冷，他现在好冷。现在啊，你的手机到底怎么了？宕机吧，跑不出来。所以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人气怎样？人气在抗议吗？做个好人。”一号我换白色好不好？27度，我刚才是几度啊？27啊。那为什么好冷？你都会转27啊？可是刚才没有烘哎。现在有烘了呢。哦，香榭国际精品，香精品哦。哦，他是卖精品的哦，名牌包黑吗？哎，截图截，他们大家来看，香榭国，只要打香榭国际精品就有的吗？来，我来搜寻。香榭，心太乱嘿。来，我现在换白色的，白色很好看，黑色也好看，有没有？整个人都年轻了起来哦，在卖名牌的哎，整个人有没有年轻了起来？这一件，哎，是希望你们真的可以买哦，这一件真的很推，非常推，而且我觉得 CP 值真的很高，一件才880，还有红利回馈给你们，然后线上加一还有抽500，好不好？公开分享还有抽韩国的零食，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哦。OK， 白色，然后拍照喽，好。年轻了，年轻了，对啊 ，Shelly 穿起来就变年轻。好，好，来，再来是我的短裤，一样是自流款，对，这件要买，哦，这件也真的很好看，天啊，这件好趴哦，天鹅啊。天鹅啊，我的天鹅啊，已经都不知道天去哪里了。然后颜色有黑跟蓝，哎，三号点，黑色跟蓝色两个颜色哦。然后啊是牛仔布料，薄款的牛仔布料，弹性很好，弹性很好。那我练一下尺寸哦。来编号三号，我现在穿的是黑色，编号三号来。腰围是29到43，怎么可能那么小？切，这样忘了吧？嘿，又忘了，想起没有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后面多了什么？哎，哦，不要嘞，多了椅子。你们都没有人发现后面多了什么吗？他们都在看后面。你们都没有在看后面呢、哦？哎，我们排挤耶，32到。哎，在32到60呢，而且我还没很尽力耶，43×3.8你穿的吗？啊？哦，差足济哦，这条是差的多是不是的呢？也弹性袂歹呢。然后臀57，几号？三号。嘿，臀57，腰围29到多少？32到60，对，32。来，这件XL可以穿的哦。XL 可以穿，然后弹性很好哦，它的弹性是很好的弹性哦 ，QQQ 弹，真的很 Q 弹。然后颜色呢是两个颜色都是必买的颜色，都是基本色，黑色跟蓝色都是非常好配衣服的颜色哦，好不好？然后最推就是黑色，这个黑色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总共有4个口袋，上面有两个口袋。它的大腿这里啊，还有两个口袋。这个口袋呢，真的非常的经典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没有？如果它没有这个口袋的话，是不是整件真的很素？太素不好看，就是要这个口袋才会好看。后面两个素面的口袋，这一件呢、啊、真的很推哦，而且一件才多少钱？1240。
然后希望你们可以这样子跟着一号或二号这样子配，我觉得这样穿起来非常的好看，有没有？就帮你们配好了，就一套一套的加，夏天绝对穿得住，真的很凉。然后它是四分短裤，它是四分不是五分哦，它是在膝盖再上来一点点，可是它也不会过短，我觉得它的长度呢刚刚好，非常的刚好。因为有一些妈妈们就是真的不敢穿太短的短裤，要不然就是像我，有没有？你看我这边。镜头看得到吗？我这边静脉曲张有没有？我静脉曲张就是在这里，可是你看到、哦、这个长度刚刚好，有没有遮起来？我的静脉曲张遮起来，而且我们的大腿啊，最胖的地方就是在这一块，有没有？该逼下来这一块是我们最胖的地方，该逼，该逼下来这一块，对不对？该逼，对，该逼下来这一块，哦，海边这边，海边，该逼好。这一块是我们女生最胖的地方，我啦，我自己啦，是有没有？现在就是大腿都有点连在一起了。可是四分的短裤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刚好，因为不会太长，也不会太短，就是很完美的、很完美的长度。那这件是可以穿到 XL 哦，可以穿到 XL 哦。丽晴说有啊，什么有？我刚才问什么？什么？哎，你们怎么没帮我记一下？我刚才问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刚才问什么，我也忘了。你们有什么？丽晴说有啊，有什么我忘了。啊，希望你们可以这一件啊，然后包括一号跟二号，然后跟这一件裤子可以这样一套一套包起来，因为这样一整套我们当你帮你配好了。Very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。然后穿起来很轻松，很年轻，然后材质又好又薄。然后这个啊，虽然是薄款的牛仔布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是会挺哦，它是算挺的哦，穿起来还是会挺挺的，它不是牢牢的那一种，因为牢牢的完全不会掩饰、修饰我们的这一块，有没有？穿起来就刚刚好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弹性真的很好。OK， 那我拍照咯，喜欢的就在线上加了，因为线上有抽购物金哦。有看到后面多了植物啦。哦，比起。谢谢你，我都忘记我刚才问什么嘞。我也忘记了。对啊，有没有这个？我们也是刚买的，这个，这个，哦，质感有没有很好？超超好看的。然后这个篮子也是，这个篮子也超好看的。水，沾水，没质感非常好。我裤子尺寸还没报哦，还没报。有啊，你有啊，腰围多少到多少啊？不会转到大腿吧？好，我再念一次哦 ，sorry， 我要跟你谈两天，用念那个腰，两节加掉，对哈，到43是哎，比 S 还小件，它的腰围是32到60哦，臀围57，大腿26，裤长47，可以穿到 XL 没有问题，而且会非常的好穿，因为它是 Q 弹的，它的弹性很好 ，Q 弹的牛仔布料，黑色的也是哦。黑色也是 Q 弹的牛仔布料，蓝色也是，两个颜色都是基本色，然后上衣随便配都好看，好不好？上衣随便配都好看。OK， 哎、欸，你们喜欢就在线上加哦。哈、哦，狗爸扣哦，狗爸扣不是50块哦，是500哦。好，好。雨农来啊，雨农，雨农哎、欸，好 ，OK， 哦，来来来，今天的最好看的前三名，前三名，对对对，前三名，前三名来了，来，那时候我穿这一件，很多人在问这件格子的，来，今天刚好颜色都到齐了，三个颜色哦，编号几号？4号，这一件你们真的，哎、欸，同学们。来，这编号4号啊，它有绿色哦，颜色先给你们看，有绿色、红色，还有蓝色，三个颜色超好看。三个颜色，我跟你说都没有选色障碍，因为它你看哦，近看三个颜色超美，因为它颜色超级好看。我跟你说，它三个颜色没有挑肤色，我们都试过了，因为我是皮肤黑的那个。
所以三个颜色穿起来都很好看。然后重点是你看它的 领子有没有假领子，这边还有手工是缝这种线，有没有虚线？我跟你说买到你们就会知道了。这个我觉得可以买两个颜色，因为真的很好看，重点是它价钱不会很高，不会很高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它后面呢就是有一颗贝壳扣，有没有？它后面有个扣子，所以你在穿脱的时候就可以扣起来或者打开都可以哦。三个颜色可以穿到多大？好，等一下报尺寸哦。这件很推哦，这件也是我们自己的自留款，超好看，而且不贵哦。对，来编号，四号，编号四号颜色有红、绿、蓝，然后它是算连袖的，它就是没有肩线，胸宽60哦，袖宽18，这里，然后衣长63，下摆59，它是棉麻的材质，不会刺。料非常的好，不会刺，料真的很好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因为它的胸宽有到60，可是建议啦，就是穿到大 L 好了，因为它是棉码，它材质是棉码的，所以就是建议就是穿到大 L 的尺寸，大 L 尺寸，然后你们就是稍微就是量一下你的胸宽，其实它是到 XL 也可以，然后就是看手袖这边你们 O 不 OK， 这一件其实不贵哦，不贵。我回去很晚了，去 Seven 了，鱼饭团。鱼饭团吗？怎么讲？明天早上再买就好了啊。哎呦，我觉得那个在动哎，这个在动哎。看看呐，看看。那个在动哎。不会啦。好了，我早一点去帮你买啦。没，这个在动呀，来，要掉吗？真的。你掉中间那个。等这件等很久哦，小丽等这件超久的，对不对？来了来了，也没有很久啊，可以。来，它这件的胸宽有到60，所以你们就是看你们的胸宽 O 不 OK， 其实它是可以穿到 XL 的尺寸，好不好？价钱是1320哦，它不贵，它真的质感非常好，重点是它的这个领口有没有到后面这边，质感真的很好，然后重点是它的长度刚刚好，不会很长也不会很短，就是比较正常的。正常的长度这样子哦，然后喜欢的话你们就帮我拿04蓝加1，04红加1，04绿加1，三色都很好看。你们怎么都加蓝色啊？加红色啊，因为我是买红色呗。对，你们好，你去穿蓝，你们奇怪为什么没有叫你穿红，他叫你穿蓝，为什么没有人买红色？因为我是留红色。你们这样子是不是？我是不是怀疑我自己的眼光了？黑跟蓝推哪色？他没有黑啊，没有，江穗没有黑色哦。我是就是他有蓝，有蓝红绿，蓝红绿哦，好不好？红绿，他叫我穿蓝呢，我就想穿红色啊。没希望，你看，先让我穿红色一下。你们为什么不加红色？哦，雪莉赞，雪莉三色都买，雪莉这件真的很好看，而且爱你，爱我。我今天要先让你应该细胞，我好 baby， 选不出来，三色。那我想你怎么比啊？我想你怎么比？我想你，我想你，怎么比啊？我想你，我想你，用比的。我想你，没有我，我爱阿娘，我爱你，阿娘。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谢谢怎么比？阿娘嘛，谢谢，感谢，阿娘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相亲相爱。好啦，谢谢，应该是安内。谢谢。红色很好看呢，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加红色？这红色真的要那个救他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红色还有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红色，因为我觉得红色穿起来气色都很好。对，我个人偏爱红色跟粉色。对，所以我衣服啊，如果有红色跟粉色，我都会那个颜色先买。啊，可是我不是所有的红色都喜欢哦，还有分哦，还有分哦。然后可是这个红是好看的红，好不好？然后穿起来真的很，它的绿色也很好看，很有气质，它的绿色也很好看。
因为去年啊，我记得玉芬也有买像这种格子，然后我去年你们记得吗？有像这样，然后后面是那种就是有那个打叉的造型，那个我是买绿高画质来，高画质来，高画质，哎哎，你们会吗？这边就是直播的时候，这边不是有三个点点点，然后点下去，来，哎，在哪里？我里面没有啊，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你要点这直播啊？哦，再点这个，有那个三个点点，哪里？哎，它点点怎么不见了？你的点呢？我傻掉，没有调。来这边来，你看你上。直播的时候点进去，然后这边有三颗点，对不对？点下去，然后这里有变更影片的画质，来点下去，然后你就点最高 1080p 这边，就是会变最高画质了。这样 OK 吗？这样子你们懂吗？嗯，就是这样子哦。怎么办？怎么了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穿了蓝色也觉得很好看。我跟你说，深色都很好看。怎么办？这个绿色也很好看。怎么办？它的绿色也很美哦，穿绿，穿绿来，好，穿绿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买呀、啊！这样会不会买太多件啦、啊？不会啊，可是我觉得它很凉啊，它的料真的很好，它的料真的超好的哦。三色都买啊？对，三色都很好看。Grace 三色都很好看，没有选色障碍，没有选色障碍。然后你看这黑色裤子多好配，对，什么颜色都可以配。对啊，哦、要买啊，要买，欸、要买。这黑色裤子什么颜色都可以配哦，从刚刚的一号，然后配到三号的所有颜色都可以配。都买，奎燕说都买啊，对，都可以配这一件黑色的裤子。嘉玲说要向我包色就忘无一失了。对对，嘉玲都不用怕，雪里我要配什么有没有就、哦、就是蓝色的，然后今天想要哎绿色的我可以配。绿色也很好看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它真的没有地雷色。三色真的都很好看，三色真的很好看。然后红色不会很难配哦，加穗，红色不会，红色好配。红色你只要下面配牛仔裤或者是黑色的裤子、杏色的裤子都可以。红色其实很好看，我第一个颜色真的是选红色。然后穿蓝色也好看，穿绿色也好看。其实它没有地雷色，三个颜色真的都可以买，很优很优，真的很优，真的很优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对，真的不要错过。你是在菜奇亚卖东西的吗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这一款真的很值得你们加，因为它的料真的很好，它的面料真的很好，完全不会刺。然后它的颜色啊，三个颜色颜色都很漂亮，很饱和。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比较美啊，那不不不，它就是很明显，这个是蓝色，那个是绿色。然后那件是红色，我觉得三色都很好看哦，三色都很好看，三色都要买。对啊，才1320，而且这种格子的啊，真的不会退流行，对，真的可以加起来。对的哦，如果你看你加这件，然后抽到500的话，这件才多少？才多少？不到1000块。对，不到1000块哎，1320，然后减500块，才820。背啊背啊背啊背。来，你看哦，重点是它的后面这个是贝壳扣，有没有？它后面这个是贝壳扣哦，所以它质感是真的很好，真的喜欢就加了，因为夏天真的很长，夏天真的很长。它是棉麻材质，所以它很透气，非常的透气哦，非常的透气，好不好？喜欢就直接加一咯哈！耶、yeah! ，玉芬，只有玉芬陪我买红色。玉芬为什么要买蓝色呢？哎、欸，红色好看的，你看，欸、你不说三色都好看吗？对啊，玉芬怎么只加红色？也要加蓝色啊！我觉得蓝色也好看。玉芬，玉芬，人家那天我穿蓝色不是说好看，啊，怎么是加红色？红色美，对，红色是真的好看。来，尺寸我再报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尺寸表，来编
它没有，它没有肩宽，它是连袖的。然后呢，它的袖宽就腋下18公分，然后衣长63，衣长下摆59，所以就是 L， XL， 你们就是斟酌一下，看你们的胸宽 O 不 OK， 因为它是没有弹性的，它是没有弹性的，所以喜欢的话赶快加一，加加加！我蓝色格子衣服太的对，玉芬。我记得去年是不是你有买那种也是像这种格子，然后有黑色跟杏色还有蓝色的？对啊，是可以买不一样的颜色。对，耶、yeah! 欸！葵燕，你有看到我新的直角？噔噔噔噔，有没有很像马卡龙的颜色？有没有很夏天？有没有很夏天？有没有很好看？有好看，帮我打好看。好看，好看哦！阿允，赶快啊，你也去做啊！我不行啊，买的直角哈、哦、比较宽啦。我指甲做我的指甲甲面很大，我做起来很像要磕棉。对，啊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小，来，对，因为甲面啊，你看你的指甲差不多，来，你看我的小拇指跟他的小拇指有没有？而且他还有留长哦。对，他如果剪短的话是超短的，他的指甲真的很可爱。可是你看我的，如果你是这个颜色的话，就很也、很像磕棉。嗯，对对。我的指甲很大，所以如果我做指甲会反而会觉得有点突兀。对啊，因为我的指甲面比较小，很像小朋友的指甲，所以可能比较适合做这个、啊、比较可爱，有颜色，做起来就不感觉真的不一样。嗯，很希望让我有抱这样子，你听得懂吗？就是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，然后就是袖口这边你们就斟酌一下，它就是宽宽的，没有弹性，它是棉码的材质。喜欢的话赶快加一哦，加起来，这件真的非常非常推哦。对，真的非常的推，而且它穿起来很凉，又不会透明，又可以穿到XL。对，非常的凉，而且夏天就是靠这个了，好吗？对，我觉得可以买，你可以自己挑颜色，你可以一件买红色，然后一件可以买蓝色，或是红色，然后配绿色也可以，对，一个亮色的，对，一个亮色，或是绿色配蓝色也 OK，就是看你们怎么配，对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要买两色起来放，因为它颜色真的很好看，有没有？它颜色有红，它的红色真的很好看，不是那种死红，也不是西瓜红，它的红色真的很美。然后你看它的蓝色也很好看，蓝色配牛仔裤啊，反正下半身很好配。然后你看它的绿色，超美的，超美的，近看给你们看，它颜色真的很好看，然后布料非常的好，不会刺哦，不会刺，不用担心。哦，然后颜色真的。要买，快点！你看，连那个袖子里面都包那个呢。对啊，这里啊，还、包边呢。对，你看有没有？它不是折进去而已，它里面还给你包一层那个。对，安尼，我。对，它有包边呢。对，它都有包边哦，没安尼嘻嘻。对，它的细节做得很好，非常好，很好看。重点是我喜欢它的那个领子，真的穿起来就是很减龄，真的很减龄，真的很好看。那好啊，那你们喜欢就自己加，好不好？那我拍照咯。嗯。韩国的零食啊，这个啊，你们就是有抽到这个零食，真的很赞。因为现在运费超贵，这边点，这边点，现在运费真的很贵。其实我们卖零食啊，是真的没饿。好，好，现在的运费超贵的，要不然我们其实也很想要再卖零食，可是那个运费真的压太快，快把我们压垮了。玉芬说再看下去都要包色了。包，你就一次从头到尾就站在这里，那我们没有，这组是最后一组了。对，包，玉芬真的要包，因为它你有在就是喜欢那种小格子的，我觉得三色都可以买，因为它真的很凉。我跟你说，有格子控的这个受不了，这个没有看到这个有格子控的看到这个，然后有那种这种虚线有没有？哇、真的很好看、然后蓝色也很好看，没有地雷色，对，完全没有地雷色，真的。然后瘦瘦穿也好看，肉肉穿也好看。对，好，卖多少钱？好啊。哎，果然组团后面拢盖小西装面嘞。那这一组我们，这是我们最后一组了。最后一组了。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，就到这里而已。
分？我看五分。我来写，我个 OK 的。六分哦。他有膝盖吗？好像有一点点。六分。六分。大概六分裤啦，这一件是六分。然后它也是棉码的材质，也不会刺哦，很舒服哦，它很透气，很透气。然后颜色啊有黑色的，还有蓝色，还有我身上的杏啊，杏。我身上穿的是杏色，它有三个颜色哦，有三个颜色。然后像这个啊，可以配像这种棉码的上衣，就是让它配一整套就很比较一样，就是布类啊，全部都是很比较像，有没有？所以很像一套的概念，又很凉，真的很凉。然后裤子啊，我先念一下尺寸，编号五号哦。这一哦，它腰围只有到43哦。来，我量，来，帮我量一下。43的都不太可能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松紧带的怎么到43的？对。32啊，你改一下，因为他写30啊，30，嗯，没有，32到53，嗯，那可以到大 L 了，可以到大 L 尺寸，嗯、来哦，编号05，我身上这一件，它的腰围32到53公分，可以穿到 L 号或是大 L 左右，好不好 ？L 大 L 都可以哦。然后臀围55，大腿25，长度54，裤长33 ，S 到大 L 都可以穿 ，S 到大 L 都可以穿。然后它是棉码材质，没有弹性，布料没有弹性，可是它腰围是有弹性的哦。三个颜色，这一件也很便宜，这一件你们真的要加一，如果想要配上一套的话，只要890，便宜哦，真的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。没有改短，它是反折，我没有，我是反折。我把它放下来给你们看，这样我一脚有放，一脚没有放，然后看你们想要折也可以，不折也可以哦。一脚有折，一脚没一脚有折，一脚没有折，一脚有折，一脚没折。对，它就是这样，它版型真的很好看。然后这里啊，它就是可以绑带子，有没有？然后它的腰围可以穿到大 L 的尺寸哦，大 L。大有尺寸，然后如果你想要长一点的话，或是短一点的话，都可以自己折。然后是觉得短裤的话，一定要在，你可以把它就是稍微折一下，把它用在膝上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凉快，这样比较凉快，好不好？这一件真的要加一折，890嘞。然后我身上是穿杏色，然后有三个颜色，有黑。然后有蓝，我觉得它的蓝也不错。然后我要跟你们说哦，就是因为它是棉码，所以它有码解是正常的哦，就是它布料就是有一块一块一块的，是正常的哦。棉码的材质就是会有码解，你们不介意的话，你们再下标。然后这一件呢，可以穿到大 L 的尺寸，然后只要890。如果你今天加一的话，有抽到500，然后这件只要390，有没有？只要390。黑色、蓝色，还有我身上的杏色哦。黑色、蓝色、杏色。对，黑蓝杏哦，黑蓝杏。可以量腰围吗？可以啊，腰围。腰围呢是腰围32到53公分哦。腰围32到53。敏秀，腰围32到53公分，我们都是平量，都是平量，所以你自己就是。谁几零看我怎样呢？谁几零？那53是？你讲你谁几零？53乘以2，我谁？53乘以2，106。106公分，就是腰围就是106这样子。这一件真的可以加哈、哦，这一件真的可以加，就是穿到大 L 的尺寸 ，S 到大 L 都可以穿，然后材质就是棉码材质，非常舒服的棉码材质，不会刺哦。可以穿到大 L 的尺寸，然后要的帮我打05，带颜色加一，890而已哦，890，真的让你穿很久，也不要穿太久啦，让你穿一季就好。家长晚上好哦，家长是新的客人吗？家长晚上好，
场再见，你们可以自己加油。那我要拍照了，不要废话，那你们再看下面一组哦，哈。很有质感耶，而且我觉得它很轻哎，不会太笨重。对啊，新同学哈，家长，家长，对，家长不是家长啊，家长，还谁啊？我们两个就台湾国语啊。亲爱的家长，亲爱的家长你好。小花你到位，小花要来，小花花弄阿辉啊你到位，请了变阿辉啊，阿辉啊，来小花家的，小花家的上衣，小花家的裤子，来上衣有三个颜色哦，绿白灰，对吧？对，绿白灰三个颜色。哦，你到底有够喝？十五啦。哦，你到底有够喝啦？我真的是韩国的料子真的无可挑剔。我觉得韩国它的车工是有点差，可是它的布料真的很好。你们有在穿就知道，他们的布料穿起来真的有没有特别舒服？你们自己讲。它的棉衣啊，真的它会让你感觉就是你穿三天三夜没有洗澡也没关系，因为真的很舒服。他们家的面料不是他们家，只要是韩国的纯棉面料，其实真的都很好。就算再便宜一点点的那种棉T的面料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哦，这是我自己的认为。然后像小花家的，他们也是有品质保证的。小花家这一间我们也很常卖，然后他们家的料子也很好。然后这个啊，它的特色呢，就是这里它有绣一个女孩，应该是女生还男生啊都可以，它有绣一个人物，有没有在这里？整个是绣上去的，整个是绣上去的。然后白色呢，就是绣绿色的。然后灰色，灰色是绣黄色的，然后我这个绿色呢是绣黑色的线，然后就是简简单单一个小小的 logo 在这边，然后旁边有开叉，后面是这样，中长版其实不会太短也不会太长，刚刚好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绿色，然后这件打折下来1040，玉芬说天啊，要把眼睛遮起来了，不可以。玉芬，你要赶快打开！玉芬，你要赶快把眼睛打开，快点！睁开你的眼，睁开你的眼，你要赶快睁开你的眼睛，快点！真的很好看哦，这一次的新款真的很美，爆炸！这一次的新款真的很美哦，所以希望你们真的可以买得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新款真的很多，真的很多，所以希望你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得到衣服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穿的是绿色哦，绿色是他们今年新的颜色，它这个绿啊也绿得很好看，就是有点苹果绿的感觉。然后灰色、白色呢就是基本色，我觉得你们要挑的话可以先挑特别的颜色，因为基本色我们很常遇到，对不对？基本的颜色我们很常遇到，可是特别的颜色就会比较难买到，所以你们可以先从它特别的颜色先下手。然后这件打折下来是1040，喜欢的可以打06绿加1。06白加1，06灰加1，然后我练一下尺寸啊。好啊。六号。编号6号。给他学好姑娘等题。够滑。我们今天可能回不了家了。我觉得这件很好。
样恁是好看的，因为我遐得着都无迄个型啊，所以这些。我们今天回不了家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好可怜，因为下面的柜子折了很多件要带回家的。好，来编号是六号，这一次这一档的衣服真的都很好看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加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打折下来是1040哦，肩宽47，胸宽58，袖长20，袖宽25，衣长50，一样可以穿到 XL 号。然后它的面料呢，真的是高级棉哦，它这个真的是高级棉啊！天哪，它的面料真的超好的，穿起来真的很舒服，非常的凉，然后不贴肤。旁边有开叉，然后后面是素面，像 Seven 的那个饭团啊。今天晚上买，明天早上可以吃吗？可是你要冰哎、欸。你家里不是有那个烤箱，还是微波？你有微波炉吗？啊，微波烤箱哦。微波啊，我里面有烧。哦，啊，是唔好在在边有。哎、欸，有啊。哦，会在边有啊，六点多去边应该有。有啊有啊，啊，不过你较早要起来，西门阁边当好食。对啊。唔过你有买东西冰冰箱啊？因为西门嘛是有冰的冰箱啊。啊，我还没有拍开啊，看起来裂开吗？可是你要吃的时候可能会冷冷的呢。啊，不过你也开了，来微波烤，我是烤箱啊，我买台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诶，加用预热，用烧啊，哎呦，电锅吹，啊，不过吹开就软软哦，海苔软起。我不懂你的意思诶，就是。关于你那无微波啊？无微波，那种烤箱，我买一台烤箱诶，那边还有啊。烤箱，烤箱我就没有用过诶。真的啊。可是你早上还要去西门现在买回来给他吃哦。他背起来，然后穿两双鞋，然后背起来，我背背看。我家北北皮啊，他想吃啊。对啊，这看怎么来不及啊，饭团，靓彩哎哈，靓彩哎，哎，快点，有没有人喜欢？我们加，赶快加。前面就加了，后面怎么办呐、啊？没关系，玉芬 ，OK 的。玉芬，我有看，我有看你还有扣打，还可以的，还可以再多买几件，可以可以。啊、哦，快点，我跟你说，哎、欸，夏天的衫紧到可不可以 get 手啊？我没有在唬。我没有在唬你们哦，有没有很快？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开始在卖现货就知道了。夏天的衣服其实他们在结束也会很快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在结束也会很快。所以喜欢的真的不要再考虑了，因为后面的衣服，说真的也不一定会遇到自己喜欢的。所以我觉得喜欢的就先买，你后面不要勉强买，就是真的喜欢再买。然后这个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就先买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在那边等说啊，我想要再看看下一次有什么好看的，不要等。我觉得你再等错过了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赶快哦，06绿加1，06灰加1，06白加1，哎，这个又来啊 ，P A N， 哎，你暗都看不到也留言啊，哎，那个 P A N 为什么都看不到你的留言啊？啊，可是你那边看得到你的留言，我们看不到留言哎、欸，你是有用那个隐藏版哦，就是把你的留言隐藏起来吗？要么我都真的看不到你的留言、欸，看得到吗？里面看得到，我们看不到啊！不想让我们看哦、啊，也是要让我们看一下、啊，有没有这个这样子穿，然后配小花裤子，他们家的感觉啊，就是让人家很随意、哎、哦。可是我这里看不到、啊，很选择性啊、嗯。小花家的衣服啊，就是让人家感觉有没有穿起来就是很随性，然后很舒服，有没有？那材质真的都很好，然后再配一下他们家的裤子。来三个颜色哦，喜欢的自己加06绿加，哎，可以啊，绿，请看，阿莲，绿，它的绿很美，玉芬，它的绿很美，它的绿真的是很耐看的绿，而且是特别的绿，它不是那种脏脏的绿，不是哦，它的绿啊，感觉很清晰，就是很可爱，文青风的感觉。这怎么小女人都很像我们啊？哎，我也觉得，这头发怎么都一样？哦、有没有？啊，还有刘海啊！可是我跟你说，蔡安娜她有戴眼镜，我们没有。哦，你朋友她有戴眼镜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没有。哦，你过来。水哦，你弟弟来啊，水。水。水。绿色真的很美哦，加绿色加起来，而且他们家的面料啊，看起来像灰。看起来像灰哦，哎、欸，灰是这个呢，灰是这个颜色。嗯。这个是深灰，这个灰是才是这个灰哦，这个是灰，没有，这不是灰，这不是灰哦，它真的是绿。它就是有点很难形容的绿，可爱的绿 ，Tiffany 绿，对 ，Tiffany 绿，很美。这个绿，而且穿起来其实它也不会让你的皮肤显黑。如果是那种真的很亮绿、荧光绿的那种绿啊，其实真的没有几个人穿得起来。然后我觉得它的绿啊，调色调得很好，调得很特别。OK 哦，那喜欢的自己加哦。那我要拍照喽。
颜色可以讲哦，可以点菜哦，可以换，可以换哦。好 ，OK， 然后再来是我的裤子，小花家的裤子。然后它这个面料呢是棉麻材质，软棉麻哦，完全不会刺，穿起来非常的舒服。口袋这里呢有做一个小口袋，上面呢有虚线，就是它这种手工的缝线，超好看，而且完全不会退流行哦。然后旁边呢有口袋，而且它的口袋是做隐形的口袋，如果你没有插进去是不是看不到口袋，因为它口袋是做隐形的，它不是说有做一个口袋的袋子，没有，它的口袋是做隐形的口袋，是有口袋的，两边都有口袋。然后我穿起来大概是八分，我反折一折大概八分，然后颜色就只有一个颜色，后面两个素面的口袋，两个素面口袋。这一件呢打折下来是1680，来编号7号，腰围是30到50公分，臀围59，大腿28，小腿22，裤长87，然后没有弹性，因为棉麻是没有弹性的，然后可以穿到大 L， 可以穿到大 L， 好，棉麻没有弹性，可是它本来就是穿宽宽宽松松的，哎，像鬼哦。没，你可以有点声音吗？没有，我上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走路没关系的，有点声音 OK 的，没关系。你反而没声音，我才会怕。没有，我看到在镜子里有演那个什么余光，有看到一个白色穿一下可以啊，等一下穿哦。然后我现在这裤子啊编号是7号，然后可以穿到大 L， 穿起来很凉哦，它真的很薄，真的很薄。然后啊，穿起来真的很有型，非常的舒服。腰围一整圈都是松紧带，一整圈都是松紧带。松紧带的好处呢，就是你去吃到饱，完全都不会有任何负担。然后啊，松紧带也是它的好处，也是随高随低，看你要拉高拉低都可以，拉到你最舒服的位置。如果是那种裤头的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固定，就是穿到一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可是松紧裤头它就是可以随你看你喜欢穿高腰低腰都可以。那我去换白色哦，白色也好看。
最舒服的那件裤子拿出来，你就是量你的那件，你穿起来最舒服的那件的裤子的尺寸记下来，记下来。然后平常我们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会练尺寸？你就是可以这样子比照哦，只是差大概两公分、三公分，那就 OK， 其实都是可以穿的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教你们的小撇步，小撇步。OK， 那白色是这样哦，一分白色也可以，因为白色啊，它是绿色的图案，我觉得绿色很好看，绿色配白色。06是挺棉吗？嗯，不是，它的棉呢是算软的哦。软棉。对，它的棉，它的面料是软的，是软的，它不是挺的。可是呢，它也不会说到很那种，就是真的很捞捞的那一种面料，不会，因为小花家的面料是真的很好。19应该是棉片。19棉片。对，19应该是棉片，因为这样好像到18而已。它这个面料啊是高级棉哦，他们家的面料都是找真的很好的，要不然一件棉T，你看一件棉T要给你卖到一千多少？1040，就代表说它的质感，代表说它的面料是好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不用担心，它的面料真的很好，而且真的洗的不会变形，也不会起毛球。OK， 那我再拍照哦。Let's go， 给你发呆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早上啊，在家哈啾，连续八个。你好，我有没有很厉害？为什么会八个？我不知道，一是太阳。鼻子太阳有没有连续哈啾八个？我觉得哇靠，我可以参加破世界纪录有没有？八次。然后就哈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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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在那边哈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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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才等下什么歌啊？我哈啾八个。OK， 我们换下一款。嗯，哈口他们家的有没有很好看？有没有很好看？你们说？有，太好看了。穿上去就想买回家。来哦，编号来到了八号，哈口他们家的颜色有粉、白、灰、绿，颜色有粉，我身上这个是粉，它是配蓝色，有没有粉蓝条？然后它是绿配蓝，这个是灰配蓝，白配蓝，所以它是白色。然后你看它后面微笑，你看微笑真的是不败款。你看它后面就是有一样是做小微笑在后面哦，它是那种做那种那个叫防旧，有没有？每一件的后面你看都很好看，我身上粉色的后面有没有有一个微笑，超好看。然后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颜色，跟我觉得还蛮推，因为这个就比较基本款，蓝白就比较基本款。然后觉得你们要买就是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，还有我觉得这三色很好看。然后就是白色它是比较基本款的颜色，你们喜欢这个颜色也可以加，它就是白蓝配，然后这是灰蓝配，白蓝地，这是灰蓝配哦。然后这是绿跟蓝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超级好看，欸，这真的，大人不穿都没事哦。这个粉啊，天哪，甜儿啊，穿起来气色有没有很好？买了，你买那件格子红，我买真的好看呢，买了，我要，真的很好看，我觉得这件裤子也很好看，有没有看到我翻白眼？烦死了，我跟你说，衣服就是要穿出就是气色，它会让你气色好的。你旁青了，然后你的气色会很暗淡无光，那个就不让就表示那个颜色是不适合你。真的真的，这个要买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棉料非常的好，有没有？它是那种粉，然后它是用的那种有点玫那个什么粉，就粉干燥玫瑰粉配蓝条，然后它的料非常的好哦，哈口他们家的料真的很好，是不会变形的棉。
然后我觉得它的长度也非常刚好，然后旁边一样有做开，它前短后长，没有，它前短后长，真的很好看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来，这是编号八号。颜色有粉、白、灰、绿，有四个颜色，肩宽62，胸宽67，袖长18，袖宽20，衣长前面67，后面73，下摆65，来，只要840哦，只要840元，真的，真的要买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看，很好看，重点是它很薄，只要穿一件就好，不用担心它会不会透明，完全不会。四个颜色啊，我觉得四个颜色都还不错。然后我最推最推的颜色就是粉，还有，这样子，我觉得我最推的颜色是粉，然后还有灰。我觉得它的灰也很漂亮，它灰是灰配蓝，然后这个绿配蓝色也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重点是它的料真的很好，你们收到我会觉得哦，它的料真的呜。超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我跟你说，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，只要840而已。你扣掉红利点数才多少钱？840啊，对。安邦尼森，798，我不敢没有。798，对，只要798，真的很便宜，这个真的可以买。我觉得最推就是粉，还有绿，还有灰色，这三个颜色都可以加，然后白色也好看。白色啊，就是搭牛仔裤。葵燕要送大吗？不用，葵燕不用啊。小帮手帮你用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好。衣长嘛，前面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前面的衣长67，后面73，哦，后面73，下摆是65，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。这个你们真的要加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我跟你说，今天的衣服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你们不加，你们真的会追心瓜，好不好？因为它又是薄款，然后夏天，我跟你说，夏天快结束了。嗯，等等哎、欸，夏天真的快结束了。我们这边是刚热而已，对不对？嗯，他们很快就要结束了。真的很好看，我觉得要加粉，我第一个推荐就是粉色，因为它的粉不是那种很奇怪，什么芭比粉啊，对，那种我也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，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女生。然后我觉得它的粉色我可以接受，是因为我觉得穿起来很好看，然后它有配蓝条，然后重点是后面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有笑脸、哦，真的穿灰跟绿，好哦，灰跟绿好，聪明，我跟你说灰跟，我觉得三色你都要买了。夏天我们台湾夏天很长很长，可是韩国它应该是要换季了，它又要换季了、所以你们可以的话就先买起来，因为。台湾的夏天可能会热到大概也是11月，也是还蛮热的。我们这边热很久、欸。对，所以呢，你们这个其实就可以买起来，因为它的薄度很适合我们的夏天，因为它没有很厚，它就很薄，然后又不会变形，然后条纹的又是有微笑的，真的要买。跟阿允刚才穿编号那个01跟02是条纹的一样，是微笑。跟剪刀啊？对，不行，刀尾不是。可是今年就是这几年都很流行微笑的衣服的东西，衣服啊、裤子啊、袋子也都有微笑的，真的就是不败款。喜欢的话，你们等一下就加起来哈。然后我先穿绿好了。
欢，因为我也没有这种颜色。会不会等一下穿绿又想买？烦死了！哎呀，真的好好看，我的妈呀！你看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呢、欸，真的。我刚才那个粉色我有折，然后这个是没有折的，你们看一下。妈呀！哦，而且后面好美哦。对呀、啊，你看。哎、我跟你说，后面有笑脸的啦，这个是剪短发的小确幸呢、欸，因为长发就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对，长发就看不到那个笑脸的啦。如果你是短头发的，更要买。好了，买起来，对不 对, 对？如果你是短头发的，更要买呀、啊。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我觉得绿色也好好看。我的妈呀，我的外婆的哇，好险它不是单价太高的，应该可以包颜色。我觉得它的绿也很好看，然后你看后面哦，维燕哎，你看它底下后面，后面这视野啊，真的很好看。我觉得它的绿色也好好看哦，所以我说不要一直叫我穿别的颜色，会很想买。有没有是瑞胖老哥？要买，那我觉得绿色也要买。我觉得 T 的价位是 OK 啦。如果是有型的上衣，一件比较单价比较高，其实我们就选一个颜色就好。那 T 的价位比较 CP 值比较高，对，其实你可以包两个颜色，不会痛。好，我买绿跟粉 ，OK， 我包绿跟粉好了。我觉得绿色也很好看，哇，好好看。我等一下要穿回，好，等一下要包回。哈哈哈哈哈，干嘛呢？要外白啊？绿色是你的色、欸。我刚刚什么？我刚刚粉改绿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不对啊，那个雨农粉也很好看呐、啊。我跟你说，雨农你要买粉跟绿，不要改了。只要我跟你说，你听我的话。本色是第一个要买的，对啊，怎么还改掉？那是因为别人叫我穿绿，有客人叫我穿绿。粉色不要改掉，粉色很好看。雨农。那个粉不要帮你改嘞，对。那个粉很特别嘞，那个粉是很难得会出的哦，绿反而还比较长。对啊，你到底动好了没？好了，行靠，一喵喵喵喵喵。雨楠，我不要跟你换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跟你换，我不要跟你换，我不要跟你换，我不要跟你换。雨楠。粉色是第一个颜色要买的、欸，如燕阿玲包色全买，所以你不要再叫我穿灰色，还是要叫阿文穿灰色？我觉得我等一下穿灰色，我也想买。你给我穿去穿灰好了，我不要穿灰。你知道这个是我们职业伤害啊！我不要穿灰哦，穿上去真的会想买，不要。我最近克制了很多，可是今天又回风了。他真的太克制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我是一直哦，好买。像昨天那件条纹，他刚才不是有穿二号那一件吗？嗯，他那一天不是有跟妹妹穿拍，对。然后我就在照片留言，哦，这个我的菜，我超喜欢。隔天来上班有没有？我想说，马上第二件，马上不见，马上不见，又马上包回去。然后我妹就说，你要买哦，这么快哦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快很准，对，马上提过来，他赶紧量，已经可以等起啊。对，我可以等起。灰色啊、哦，来灰色。我眼睛没有看到啊，灰色。各位你们就，可是我觉得灰色真的就还好了。搞半天亏亏。灰色真的可有可无的。粉跟绿啊，一定要好好看、哦。粉跟绿一定要，因为粉跟绿啊，真的穿起来比较亮，有没有？绿色就感觉雨农亮色，雨农粉色不要改，粉色都 OK。对，现在粉色是喝垮，好不好？粉色不要改的，这是我的。这粉色太美了，粉色我跟你说，要买亮色的，我觉得粉跟绿都很好看。雨农不要改，不要改，我觉得你可以包。粉跟绿色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它的料真的很好，是有点好像水洗的颜色的那种粉，是超好看。雨龙，刚才跳工了，雨龙，不要笑，雨龙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雨龙，那你还要改吗？你代工要，我只可是有一些人真的不敢穿粉色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是有对啊、还是有一些特定的人是真的不敢穿粉色。没关系，雨龙刚才是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那你想改 OK， 没问题，因为绿色也很好看。因为有时候啊，我在
店里跟人家介绍客人，有没有？我都会介绍粉色啊、红色。他说，我拿钱。玉芬说就是要把眼睛遮起来。玉芬，对我等一下，还是等一下直接戴眼罩直播？你把口罩没有？好，我把你把我眼睛你把口罩，你的口罩，口罩戴在这边。对，我的口罩在下面。你这是拍了吗？你这是拍了吗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要穿，我帮你拍。我脱了吗？我脱了啊，没有你拿着。哦，好，拿着就好。穿上去，这身衣服也太美了吧！可是好险没有很贵、哦，对啊，对，好险。所以我说棉T真的可以多买，因为夏天棉T穿到的次数会比有型的上衣来的更多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然后 你看你一件上衣对不对？有型，然后配件短裤就很好看啊，是不是？是，对，不会搭配的就买这样就对了，就买一件这种棉T，然后配牛仔裤。后面要啊，好，雨龙，有没有要换雨龙？好，雨龙，听我的 ，Thank you。那你听我的，你要加啊，你要帮我打淋巴滤加，他刚才有打淋巴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雨龙来，再帮我打淋巴滤加，是他不换。是可以打开的，可是就装饰，因为它就是直接穿脱，因为它后面是松紧带，后面是松紧带衬衫棉料，衬衫棉很好看，很好看的一件短裤。那一天来我就很想买，可是我后面又忍下来了，可是刚才配到条纹的受不了了，还是觉得应该配一套比较好看，还是要包了，有没有？它的衬衫棉料颜色有绿，然后这是信。还有我身上的蓝色绿性蓝，蓝色一定要先买件，蓝色一定要先包。如果你想买短裤的话，我觉得蓝色可以先买，因为我觉得蓝色的短裤真的很少，蓝色的短裤很少。然后这两个颜色，佢又唔是黑哦，唔是迄个黑哦，是迄个蓝哦，唔是迄个黑。葵燕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的建议啦。短裤因为这两个颜色比较常见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蓝色这个颜色真的很少见，然后觉得可以买蓝色，可以这样配一套，很好看。或是刚才你有买这一件的粉色，因为它都是粉蓝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买一件这种蓝色的短裤，很凉，穿起来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很推哦。不过我今天超水吧，非常好看。来，因为我是有褶啦，然后你不褶大概也是四分裤，不褶大概也是四分裤。然后这编号九号零九，颜色有绿、蓝、杏三个颜色。腰围呢，来帮我重量一下，帮我重量。我那次说买粉跟绿。三六，到，尽量哦，尽量，我很尽力。
我今天就是要让你们等一下看到我自己，买到高兴，买到爽，真今天的衣服真的都很好看，没有骗你们。49，好，我真的要尽力，好，穿到 L。来这件短裤啊，34到49公分，臀围59哦，感觉很大哎、欸。对，就觉得它很大啊。你拿着。它可以穿到 L 号啦，这件可以穿到 L 号。它的腰围34到49公分，臀围59，大腿29，长度50哦。裤档33 ，S 到 L 都可以。S 到 L 号哦 ，S 到 L 号，颜色有三个颜色，有绿、杏、蓝，然后最推最推就是蓝色，最推最推就是蓝色，它是深蓝色的，你不能日本蓝有没有？它是韩国蓝，这样子懂吗？它真的很好看，它就是比较有造型的短裤，好不好？它就是比较有造型的短裤，有没有看到这样？然后它前面就是有扣子，可是它不用，你不用把扣子打开，它是直接这样穿脱的，然后口袋在这里，很可爱。有没有后面短裤？好了，买了啦，买，看，买 ，very good， 真的很有型，真的很好看。没人家了吗？只有葵燕家，香香。香香，我跟你说，短裤，我觉得蓝色的这种衬衫棉的短裤真的很少，然后绿色跟杏色是比较多，所以我跟你们说，第一个推荐这个，其实我不会叫你们包色，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买这种比较特别的颜色短裤呢，夏天蓝色真的很少，所以你们第一个选择的话，你们可以挑蓝色，好不好？蓝色真的很好看，近看戏，近看戏吗？对，然后等一下又要看绿 ，OK， 没问题的。来，我说价钱了吗？还没，你帮我讲。960而已耶，真的很便宜，960，抛着他们家的960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买两个颜色，我觉得可以买，还是要买杏跟蓝啊？可以哦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包杏色跟蓝色，杏跟蓝，960哎。然后它近看，你看它的杏，就是我觉得很像浅咖的颜色。然后，而且这个杏色还蛮亮的，所以你上衣可以配黑色。哎，这个是要挑一个颜色卖多少钱？对啊。就像你们刚才有人买这种，有没有？可以这样配也很好看啊，有没有？可以这样配，就是它杏色是比较哎，三二五几那两个。然后杏色它不是浅杏哦，它是有点深杏，所以如果你们。你看，你这样配也好看，这样配也好看哦。就是刚才这三件啊，这样。然后蓝配杏也好看，有没有？蓝色配杏色也好看。然后绿色，你看配杏色也很好看。真的，这一件只要900多块而已哦。喜欢的话，我是觉得两个颜色可以买两个颜色啦，因为夏天真的很长，好不好？然后短裤真的夏天真的很常穿它，我每一天都穿短裤。我也是哎、欸。每天都不想拿长裤出来穿是怎样？对呀、啊，长裤真的是安诺瓦吗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可以这样讲，我等一下就卖长裤。对，靠腰，靠腰，我啦，长裤就是有人想防晒的话，我觉得长裤也可以，好不好？不客气啊 ，SU， 扣子打开，扣子要打开好几颗 ，SU 没有，这个是细，没，它不用打开，它是装饰的，它是装饰的，所以。你其实你看不会看到里面，它是装饰，我先打开给你们看好了。我今天反正之前那件也没很亮嘞、欸。来，我打开就是打开扣子，它是装饰的，你看，你看它这是装饰的哦，哈、哦，装饰的，这件很特别，这件短裤真的很特别，而且只要960，好、哦，只要960真的可以买，可以买，夏天真的很长。上衣。过了、啊、没关系啊，上 SU， 这一件裤子算四分裤，那个背透码裤子是算四分裤哦，它大概就是四五分左右在膝盖上面，在膝盖上面哦，在膝上，然后上衣 SU 上衣有四个颜色，最推是粉跟绿，还。对对，就这。来，我的上衣呢？
有白色、灰色，还有粉色，还有身上的绿色。然后它的条纹呢都是配蓝色的，它的条纹都是配蓝色，而且这件非常的便宜，只要800多哈。对对，只要800多块。这个是八号哦，然后裤子的尺寸好了，你帮我再讲一下好了。裤子对几号的？裤子9号，来腰围是34到49，臀围59，大腿29，裤长50哦，裤档33，这样子，然后打折下来是960块哦，960块，对。红利回馈一件才9.12，真的很便宜。裤子喜欢的赶快线上加一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好喜欢。那我穿起来，我蓝色穿起来，我皮肤有变黑吗？没有，没有了。我觉得我们适合穿比较深色一点。我们适合穿浅色，穿浅色，那我脚会变黑。对，我有这样觉得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好、哦、那我拍照，那你们喜欢的就可以自己加哦，好不好？啊、绿色不是要近看的、哦，对，哦，对，刚才没看，没有。来，绿色的，绿色给你们看，有没有绿色的也很好看？可是我觉得比较推蓝深蓝色跟杏色，我觉得比较好配啦，个人觉得比较好配，然后绿色也不错啦，就看你们，你如果个人喜欢绿色，你们也可以加，而且只要960。只要960而已哦，好不好？近看哦，这样子后面松紧带口两个口袋哦，衬衫棉。今天的价钱呢、啊，都可以让你们包色，对啊，真的都可以包色的价钱，不会痛的。棉码的或者是薄的牛仔裤，哎，可是我们现在是要介绍上衣，我怎么讲到裤子去了嘞？来上衣哦，上衣编号10号，颜色有3个颜色，哦，这个绿也很特别，等一下再换绿给你们看，灰蓝绿，灰蓝绿3个颜色，这个绿色是新的颜色，灰蓝绿3个颜色。然后念一下它的尺寸哦，来编号是10号，编号10号，打折下来呢是1280，肩宽39，胸宽55，袖长18，袖宽26，衣长61，可以穿到大 L， 可以穿到大 L， 棉麻材质，然后棉麻是没有弹性的，这里呢有做口袋，有没有一个车，还有一个车线，圆弧形的车线。口袋上面呢还有接螺纹哦，有接螺纹，这个就是有弹性的，所以你在这样子伸进去的时候，它这是有弹性的螺纹。口袋呢这边就比较特别一点，然后跟它的领口这里也非常的特别，领口啊它这边有没有，它是做交叠的感觉，交叠，然后这里啊一整圈也都是接螺纹，跟它的口袋呢是有呼应到的，后面是这样竖面的，不是竖面，是条纹的，整个是竖的。不是素面，是条纹，这件还蛮好看的，而且穿起来非常的凉，棉码绝对是凉。然后啊，这个你们都不用担心透明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是有上面有接这个横条的，完全不会透明，而且穿起来非常的舒服。有没有？有没有拉希的？哎，我们很久没有卖拉希的。对啊。可是我觉得拉希的吼，算了，我觉得卖拉希的衣服有点辛苦。因为它单价很高，很贵，然后其实不大件，嗯，其实卖他们家的衣服真的，其实卖不了多件啊，对啊，穷没这样了，然后又贵，也不敢订单买，然后穿内裤喝酒嘞，哦，真的啊，嗯，伊拢无，就是卖造型。
现在你，我都没 OK 呢，我到底今天要跟他请客，你一般是讲要 OK， 我都 OK 啊。哎，Hello， 来这个棉码的横条上衣哦，棉码的横条上衣，这个就是算基本款啦、啊。这个如果你是今天比较懒得搭配的人，你这种横条的上衣啊，其实都是基本款。你只要下面是一件牛仔裤或者是短裤，搭四个横条的上衣就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才不会一身素，一身都素素的。一身素，对啊，一身素，鬼辛苦弄手。那喜欢的直接打110，然后带颜色加一哦。线上加一送什么？送500啊？没，你好淡定吗？可以打送500。对，线上加一送500，送500，500耶，500哦，我们先给你塞一下500哦，500啊，500哦，线上加一抽购物金500哦，公开分享加留言关键字，我们有抽这个哦。随机款哦，随机款，这个都是多订回来要送你们的，这个都是多追加回来要送你们的。现在你知道零食的运费有多贵吗？贵，真的很贵。其实外面呢、啊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价钱的，可是以我们来算呢、啊，我们真的已经很薄利多销了。我们卖零食啊，真的很亏，我们真的很撩解、欸，哦。我们临时啊，我们快被他的运费给压死了。而且你知道奶吗？像这种东西很容易破掉，超容易破掉的。买10包，至少都会破3包哎、欸。对啊。对，它破的几率很大，所以我们卖临时哦，真的是做服务的啦。我们真的是做服务的。然后这一些呀、啊，是我们老板要送你们吃的，所以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多多分享，然后留言关键字，我们就会有抽这个哦。3名哦，3名，今天跟明天都是抽3名，然后就是随机款，我们就是随机拿，好不好？随机拿 ，OK。哎，这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在我们这边，我们其实偷偷的都会拆个一两包起来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下午的下午茶点心，我们都会拆这个零食来吃，然后就觉得很好吃，然后就希望就是你们也吃得到，好不好？吃得到 ，OK 啊、哦。那喜欢的赶快加起来哦，喜欢的赶快加起来。啊，都没有人喜欢的哈、哦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啊嘞，是变哪嘞？对啊。啊，不，我先去选，我带个是绿色的吧。我加，我加姐上三二零大姐。啊，不，我送人过啊。
我们也很不想要这样，可是就是希望说你们可以接受断货然后再来购买，因为我们不想要听到就是说哎断货那我全部都不要了，你寄出来我也不会去给你领，而且我们寄出去了呢、哦、天哪、啊、天哪、啊、天哪、啊啊、真的很傻眼耶、欸、我是觉得这是不是做人的道理吧，对，真的不要这样，不要做这种事情、啊、对对对，真的不要这样，因为这样子对我们也造成困扰耶、欸、因为我们都已经跟韩国订货回来了，然后这一些都是算我们的库存耶、欸啊、这个都是算我们已经就是买回来的库存，这个是算我们的压力，我们已经寄出去了，运费也是我们自己寄出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希望你们真的是可以接受断货再来购买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是大人啊，对对对，不强迫不强迫，我们没有拿着刀没有拿着枪说哎、欸、你搞我没经验哦，嗯，哎、欸、你搞没有哦，我们没有这样，就是随心所欲、嗯、就是你们喜欢什么才加什么，对，我们勉强你买的，对，那、啊、怎么说怎么一件断货什么其他全部都不要，五件呢？五件都不要呢？这样很像三岁小孩耶、欸、对，好像就是跟你在闹脾气的感觉，哈，断货这些断货，那我全部都不要了。对，不可以这样，真的不要这样好吗？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。做人要有信用，要我现在傻眼哎、欸，真的傻眼。做人信用真的很重要、嗯，如果你连这个信用都没有，那你干嘛做人呢、欸？对不对？做狗，汪汪汪 ，OK， 做狗也是可以的、啊，因为有时候真的会遇到这种事情，真的会很烦。因为我们已经跟韩国订了，然后钱也给他了，对啊，然后你跟我说全部都不要，帮你追加回来了，然后帮你整理得漂漂亮亮，还喷了香氛，又帮你烫整齐，然后帮你漂漂亮亮的寄出去，哈，你寄出来也没用，我也不会去领。啊什么？我真的是傻眼。好啦，我这是重点哦，这是很重要哦，就是可以接受断货的再来购买，这样子。对啊。不要这样好吗？不要这样，对，做人不可以这样。我心脏受不了，不要这样。而且我们里面有八个人，我们老板请了他七个人，他有七个人要养，所以拜托果粉们就是要理智一点啊。其实如果你们能接受韩国断货，你们再买。嗯。好，我穿绿色啊、哦。我觉得绿色好看。把订购规则有，我们就是都有把规则就是有放在那个置顶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是没有写那么清楚，说真的，我们也没有放在那个购物车下面。购物车下面哦，我们的规矩有放在购物车，可是有的人其实他不会去看我们的那一篇文章，他觉得哎，你今天断货就是我们的错，他会觉得他是我们的错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就是？第一时间可能跟告知他断货或是怎么样，然后就是可能告知他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这件断货，哎、欸，我其他都不要了、嗯，你寄出来的那个我拒收。对啊，然后这真的很夸张。然后上次还有一个客人说，你们很瞎，医生说我们很瞎，连韩国有没有断货我们也不知道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们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又不会，我们又不是算命的，我们是那个降肉再降肉，500英尺。对啊，我们真的300英尺。真的，我们降肉。我们有没有阴阳眼可以这样穿透到那个韩国？而且我们订货的规矩就是我们是传微信过去，可是他们就是会收单，他们也会收，他们也会接单，可是他们接哦，有可能接到没有到那个量就没有。对，可是他们有接单哦，可是他们没有到，可能在接的当下不够那个数量，所以他们就工厂就没有做。对啊，所以有可能就是断货。雨丹也很 OK 的，他说断货可能就是没有布料了，这个部分可以理解，愿意等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都会先讲清楚，如果你愿意等的话，我们再帮你追加；如果你不能等的话，就是你如果是我们也不要接急单，因为我们这个都是7到21天，你急也没有用啊。因为我们也是要等韩国他有货才会寄出来啊，不然有货我们会不给你吗？我们公司也那么小而已，也没有办法放很多衣服啊，所以尽量就是你们可以接受断货，你们再下订单这样子。如果不能接受断货的果粉啊，就是尽量就是可能不然就看现货，看现货就看现货比较快。看现货如果你们是 不能等的人，我觉得可以看我们的现货。我们如果讲现货，你就可以加。对对啊，这样懂我们的意思吗？因为有的客人他不会去看我们的规章，就是那种规定。伊就看照片了，哦，今天喝我干，我买安尼，他就是不会看我们的那种规矩就对了啦。可以拍到有，全拍我嘟嘴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怎么那么黑啊？好，今天在镜头
好，再来是我们的苦汁。对呀、啊，有货就会给了，不会缺。对，真的，所以也是要换货当购物金买下一轮。断货会很扼腕，巴不得喜欢的都能拿到，怎么就不要了？也很奇怪的思维。嗯、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我们当下我们有讨论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、啊、全部都不要？啊，可是我们追了呢，然后追的那一份还没有到货，可是我们寄出去的那一笔就不要了。对，嘿，他就是我拒收，就哈，他说你寄出来也没用，我也不会去领。对，破零了。然后我们就说，那可能就会变，就是有黑名单，没关系，你帮我拉黑。他说什么？哦，真的还不知道怎么接下去、欸、可是我们不会拉黑，我们其实不会拉黑，拉我也不会拉。对、啊，可是就是觉得还蛮妙的，就是他在讲话真的还真的让人家啊就傻眼，有吗？对，我觉得有时候讲话也是一种技巧，也是一个技术，可能就是不要这样子咄咄逼人，嗯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再来是我的裤子，编号11号的裤子，这一件呢、啊，跟我们之前上去年。我就有卖一件类似像这样子的，也卖得超级好，爆炸好的，裤版很像，然后一样哦，是薄款的牛仔布哦。你说傻眼猫咪，然后你就说拉黑，嗯，拉黑，对，我们还说拉黑，对，然后说怎么拉，我跟你要讲怎么拉，我问我边会拉黑我，怎么拉，你会拉黑，我想是要怎么拉，是把它挂了来吗？拉黑，对呀、啊，不懂。OK， 有气魄，对。有 keep 了，他真的还蛮有 keep 的、欸、他真的还有 keep 了、欸嗯、他就说没关系，你就拉黑哦，啊，哦，好啊，还蛮有气魄的。慢一点的，我都会问一下，怕你们把我的落掉了。不、嗯、会位置，我们都会记住哦。对，对你放心位置的，而且在包你的货都会特别开心。还有羽绒的，其实我包你们的货就是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一些熟客啦，就是羽绒啊、惠子啊、回燕啊这些是会、哦，然后一些真的。老粉、老果粉们哦，封锁他有啊，请我们封锁了。他说叫我们拉黑，可是我们不会拉黑，就直接封锁。来，我的裤子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腰围是30到57公分，臀围60，大腿30，裤长89。我刚刚讲裤是9号吗 ？SU 在问，我是9号吗？对对 ，SU 对哦，9号哦，9号。对。然后我的裤子呢，一样是薄款的牛仔，然后腰围呢非常的弹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有口袋。于丹说你们包装很用心，真的，这是我们老板就是规定下来的。对，我们老板其实他就是做事就是该做到怎么样，就是一定要有那个规格就对了，这样子你们懂哦。你们收到我们的包裹就会知道，啊，有时候可能会出错啦，有时候可能就是哦漏记还是哦怎样？那、啊、你们请多多包涵，因为我们的衣服要包的量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有时候小帮手他可能就是会没有看到啊，所以请你们多多包涵哦。是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有任何问题啊，就是你都可以私讯我们，会马上补记，立马帮你们补记。我们是真的很，我们老板真的是那种很贴心的老板啊。哎，你们就传那个讯息，哎，你们漏记哦，隔天立马补记给你们。嗯、对呀、啊。来，我这件打折下来是1400哦，1400，一千四真的很便宜。哎，帮我改1390，清洗拍贴啊。对，1390打折下来是1390哦，然后可以穿到 XL， 弹性真的很好，这件裤版穿起来也很好看。我有买啊。对啊，裤版真的很好看，然后后面呢、啊，口袋有没有单边的口袋？单边，然后这个啊，其实都可以当防晒裤。因为它就是薄款的牛仔，如果你今天不穿短裤的话，其实也可以。牛仔裤长裤的牛仔裤也很好配哦，好不好？金纯说收到货时很开心，打开会有新奇哦。葵燕说，惠子说，真心说你们的包装真的很用心。然后于丹说买其他家行货，真的你们的购物清单的纸也很用心。我们的购物清单纸，你知道一张多少钱吗？好像2块哦。嗯，好。2块起跳是那种硬纸的哦，然后而且、啊、我们还有去那个影，就是用那个来，我们有那个纸吗？有带上来哦，没有。就是这次是文编画的，然后这次是、我跟你说没有，他这次话说叫我们去旁边玩沙。对，我那天问他说，文编你为什么画这个？你是
下次我们两个去玩旁边玩沙嘛。雨龙说 OK， 祝他绕赛一个月。那我们这次的那个清单就是你们的会收到一张这个明细表，就是如果你们收到货啊，上面会有一张明细表，就是你购买的款、购买的项目。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，我们连这个纸哦都很用心，然后这个纸这个要印刷去给人家印刷呢，这个要钱呢。然后这个其实你们收到啊就不要丢掉，你们可以反过来当空白纸，可以收起来当空白纸。小雨说不是都是文编画的吗？对啊，文编画的啦、啊、我们文编他在画画这一块真的很厉害啊，说真的他很厉害，然后他在回客人、欸、我觉得他当初应征我就是看到他这一块。文编我就是被你这个骗了有没有？编什么还不都骗？我跟你说，他当初文编来应征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他多内敛啊，他就是什么都话很少，然后就带着他的穿得很漂亮哦，然后就带着我没有看到穿什么，因为那天你没来、哦，然后那天就是我跟总编跟他那个面试的，然后他就带着他的一个作品，然后作品打开哇，这是他做的，然后就对他好崇拜，哇靠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然后就说哇，对呀、啊，我们就是要找一个会画图的啊，就是你了，对不对？文编、哦，哇，看到他的才华了。Jenny 说看到他的才华了，然后 Grace 说明细表质感真的很好，都舍不得丢。对，你们可以当那个空白纸。请说，好用心哦，超用心的。秋晴说奇异果真的很用心，然后雨丹说要支持我们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希望你们要支持，然后可以帮我们介绍客人吗？金光说我留起来。我留起来不就被老公抓到？你把它切一切，你把它折一折，折一折当小的空白纸。图也换夏季了，对啊，丽琴。然后他这次画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这改讲话啊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叫我们两个去边啊耍沙嘛？你想来吵我吗？去，两个去旁边玩沙。对啊，小雨说对了，会被老公抓到低工，然后可以出门的，然后对，我非常好。好了，裤子我尺寸有练了哈，打折下来才1390呢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你看我们讲这种废话，你都那么喜欢听。对呀、啊，我打回来开杠好了啦。裤子哎、欸，有没有人加？哎、欸，真的讲这个才很多人留言啊，在讲衣服都没有嘞。小青，所以说文编很有才华，真的啦，文编他真的是，哎、欸，他读很高嘞，口口令。啊，对虾，他们公今天一做尾，怎么对虾里做卖耶？以虾里这些尾胡啊，我拢看拢无。比阿五哥阿卖，比我哥阿卖。裤子是薄的吗？裤子是夏天的牛仔裤，薄的哦，这是算薄料哦，薄料，很好穿，裤子真的很好穿。你们的纸，我家一大爷。真的疯了哦！耶 ，Shani， 谢谢你的支持啊！哎、啊，11人加一啊，紧嘞！回来啊！开讲，回来啊！开讲，跟你讲，要回来了没？哎、欸，我的衫，哎，这个才是重点，要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才可以有这些周边的东西。秀玲说：“大家晚安，晚安，秀玲，晚安，秀玲呢？晚安呢、哦？”裤子尺寸再说一次，好。裤子尺寸来，我再报一次哦。腰围是30-57，臀围60，大腿30，小腿21，裤长89，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而且整件有弹性，非常的好穿，很弹哦。然后裤子是有弹性的。然后啊，它这里还有小巧思，它的裤脚这里有没有看到？裤脚这里有一条车线，这里有一条车线，车这样子。所以啊，你在穿的时候啊，那个裤子感觉会看起来比较立体。后面单边的口袋，然后这个颜色呢是最好配的颜色，就是牛仔裤颜色。可是它比牛仔裤的颜色刷的再亮一点点，有没有？中间这边是有点刷白的感觉，可是中间这里它是刷比较深色，所以这件穿起来真的很修饰。我另外报两件衣裳，因为第一件你会记得穿这件无？对，没了还好。第一件我靠，我靠就回光返照啊！对，所以對哦，这个裤子要播第二次啊！这个下礼拜再拿出来配。你们现在不加对不对？對，我下礼拜再拿出来配一次，然后下礼拜就不配，我再拿，然后第三次爆单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小 B 说怎么又是这件裤子？很好看、啊，我觉得你穿这件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上衣是10号，裤子是11号哦，这个是10号绿加1，10号绿加1，10号有3个颜色，对，有绿、灰、蓝，绿、
的颜色都非常的好看，很好看。然后绿色呢是它今年新的颜色，对，之前都是出这两个颜色，是今年新的颜色是绿色，这个绿色穿起来皮肤也很白，然后绿色配牛仔裤绝对不会错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看，有没有？没错嘛，说收到包我总觉得这个团队很用心，嗯，很爱你们，哇，非常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对啊，叫我阿姐规斤包回来，项链交换。我项链啊，伊会去条金啊，我一条金啊，你一条金啊，哎，你一条金啊，你挂盖，你挂盖安尼啊。我刚才才个淘宝，我讲我挂着，我妈都会在等的你条金嘛。哦，三万呢，13万多哎。十一号可以穿到 XL， 鱼体可以穿到 XL， 而且版型超好看，而且穿起来整个很顺，真的整个很顺，完全没有毛病，整个就是顺身啊。然后夏天啊，短裤、长裤都要必备，好不好？长裤、短裤都要必备，然后上衣随便配都好看，真的好看，形象很好。然后啊，对，当然可以尽量，外公尽量你哪不会是有水准的奇异果秀精，对，非常好。尽量你哪不会就店也会，尽量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对，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自留款，对，有没有超好看哦，前面红色，外面蓝色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没有？很好看，完全真的没有选色障碍啊，三个颜色都好好看哦。然后啊，也一定要买二号。我跟你说，最近真的要买，你看有没有很好看？二号给我加起来。哦、要二号的话，帮拿202黑加1，这个是我跟阿宇各留一件。美翻美翻，对，超美的，而且非常便宜，好吗 ？CP 值真的很高，超高的。好，啊、我的11号哎、欸，啊，我也口的11号，那根本不要。那我拍照了、哦。二号多少钱哦？好，我帮你。笑诶，我跟你讲，二号我帮你看。大家看，我先给看。我跟你说，二号只要880，有没有很便宜？880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薄款的棉。我的自留款啊。嗯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自留款是这样穿啊。好。自留款真的惨了。惨了，我这次怎么都包条纹的呢？条纹？对啊，我常常粉色嘛，是被条纹的。看啊，有啊，3号是格子呢。3号是格子，不是3号，对，4号。4号。刚刚没有看到是有吗？有4号啊，4号可以包一次。我们今天各位开心捋屁谣。来，那个一周每个最好几周的。我叫我别再拍一遍。来，编号4号颜色有红、绿、蓝哦，胸宽60，它是连袖，所以没有肩宽。然后呢，袖宽18，衣长63，下摆59，所以格纹的那一件是可以穿到 XL 号 SU， 赶快买。所以啊，我跟你说这条款蛮好看。天哪、啊，我今天可能回不了家了。没关系，你就跟我。我要偷偷运回家。你看我今天买了一件裤子，蓝色裤子，然后条纹的，我昨天拿回去了，然后今天是条纹，哎，我今天每次买2件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这裤子一定要买哦！这裤子穿起来很舒服，真的，然后很顺，它就是还蛮修身的。就是如果你脚、啊、真的没有很好看，没有很直的人，你就是要来穿这一种老爷裤吧。可否确认我刚才加3的裤吗？有，刚有加3，有哦，明秀你有加到哦。我们这个都是可以预购的，我们都是可以预购的，明秀哎、欸。我们两个都是拿 sample 回家，对，我们都是穿店里面。就是大家都穿过的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啊、你们的都是新的，都是从韩国新的运过来的，超好看，我们都是穿样品 ，OK， 超好看的 ，OK， 我想要绿色可以吧？哎、欸，看绿色，你帮我发现，真正好看啊，鸟诶，衫有啊，衫蓝色、绿色拢有啊，好，哎，好，有啊，有啊，牛仔裤啊，好，我的呀，好，哇、哦，下一位，呼呼。怎么我扫兴，然后你跟我二扫兴啊？你这样看一下那样。我刚穿的。十一号是什么牌子啊、哦？是什么牌？啊，你会去，你会去那边玩念好啊？你玩念啊？我用白号很看，不要紧啊，我甲变过来好啊。来，这边呢 ，YO， 这个牌子哦，编号11号，它是 OA 哦 ，Y 哎 ，OA 对吧 ？OA，O O Y O Y。O
OY OY 的牌子哦，哈 OY 哦 OY。来编号来到了十二号，十二有没有很可爱？这个小黑猫，大家有没有小黑猫？上面有一个小黑猫，这个你们也要买，因为这个真的外面真的很少看到小黑猫，好可爱，三个颜色哦。Rico 的副牌 ，Rico 的副牌，这个牌子的，这个牌子，然后颜色我觉得紫色也很特别，因为它紫色真的很少，他们之前都是做黑白蓝。刚才穿哪一套？就穿这一套，还是刚才那一套是这一套吧？这一套，钢琴。真的天杀的美啊！对，来哦，编号来到了十二号 ，Rico 的副牌哦 ，Rico 副牌颜色有黑，这个是什么？紫色，还有我身上的白。然后它很特别的是，它这个猫咪啊，它是整个是掐起的耶，有没有？它整个是车上去的。然后你看它肩膀这边也有一只，不单调，有没有？它有没有两只比较有伴？然后黑色呢，就是它的猫咪呢，就是灰色的，有没有？它黑色的猫咪就是灰色，紫色的猫咪是很像深蓝的颜色。然后他说不是啦 ，no， 江翠说 no， 是这个吗？二号吗？是微笑贴。哦哦，二号啊，哈。哦微笑贴黑二号啊。你这张裤子可以，这我配这一个吧？我没有脱，我都还没脱裤子。加税加二号，二号对黑零二黑加一，然后十一蓝加一，这样子 ，very good。十一号，近看颜色，近看颜色，有没有很近？明秀来，近看颜色就是牛仔色，很近啊，会不会太近？阿内，可以吗？我的脚都抽筋了、哦。三二一 ，go， 就是 go， 就是牛仔色啦，对，正常的牛仔色。Yes， 哎 ，Yes baby，Yes， 帮他加吧。零二黑加一，十一蓝加一。Yes， 好，来编号十二号有三个颜色，有三个颜色超可爱。猫咪在这边，它是好像蓝色的，它是接那个蓝色的吧？对不对？很像深蓝。深蓝，对啊，它这个也是深蓝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对然后这个这边有只猫咪，超可爱。我猫咪在你警告草了的。有啊，哼。狗是一宝，是用外行猫啊。来编号十二号三个颜色哦，得切瓜，得切瓜。哎，隔壁我们这隔音真的很差哎。哦，编号十二号颜色有黑白紫哦，然后它的白色是不会透明的。Rico 的 Rico 胶或者 Rico 的副牌，他们的白色都是不会透明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你们只要穿一件就好了哦。然后它的肩宽四十五，胸宽六十，袖长十六。袖宽二一，衣长六十四，下摆五十一，可以从 S 到 XL， 然后 XL 穿起来是很合身的，微合身，好不好？是可以穿到微合，胸宽有到六十哦。然后他们的版型就是我们台湾人会喜欢他们的版型，是因为就是比较球状的，然后就是要看造型，看你们有是喜欢这种图案吗？不然他们每一件都是球状的形状，然后只要680，只要680，我觉得会黑是因为。今天灯光偏黄，灯光偏黄，亮点这样。嘉穗不客气哦，小帮手帮你加的哦。许愿袜子预购可以，臭棉绿，你们穿的袜子都很好看。对，这个都是我们之前卖的袜子啊，因为有时候韩国出的袜子其实没有那么好看，所以我们就是不会进来卖。然后如果好看的话，我们就是会进来卖，所以就是期待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卖袜子很累，对，就是因为拣货还有时候会漏寄，有时候就是会不见，有时候就是会有一堆问题，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其实不想要卖袜子啦，就是没有看到那种很好看的，我们就不会卖，这样子好不好？然后可是会收。
就是如果我们包货的时候，就是满千满三千，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就是我们有袜子，我们就会送一双给你们。可是这随机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就是随机。我们如果现场有袜子的话，满三千我们就会送一双哦，好不好？这一件你们真的要加，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很好看哦。这个小猫，小黑猫有没有？黑猫宅急便。然后这边有一只猫，肩膀有一只猫。虽然我会怕猫，我上次去做指甲，你敢知啊？那我这间家因那间做指甲养了四只猫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停在那边的时候，嘿，一个够这鸟来除吧。然后都要贴玻璃呀、啊，不然起来，不然呢？哦，然后有那个搞走，那个就先抱两只，然后后边两只拢惊哎，然后就去楼顶养了那么多、哦，他养很多只吗？他养四只哎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走到一半，然后因那个老板娘就入来，啊，可能唔知我惊猫啊，伊去楼顶干猫，我怎啊，佮放来两只，我就真正哇，然后我看到叫起，然后那个同学就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怕猫，对不起，然后就抱起。然后明天小姐跟我走一个，你不要放下来，他会怕猫。哈我今天好，我等下走啊，我是苦瓜，我真的被吓到了呢。哦，我是很怕蟑螂，我真的被蟑螂吓死嘞。我真的好欢了喂，我真的不行嘞。猫，我会怕，我就说真的，我真的很怕猫，是因为被。那时候我会怕猫，是因为我会跳到我到前面喊啊，然后晚上下班，然后跳过，你要在这样，然后啊那个跳跳，万一就卡达，我啊，不能骑车逃跑啊！你是要鬼怕的啊？今天，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很怕猫，因为那个猫好像有用到我的脚，有没有？然后回去一直在那边，一直在那边，我的脚。我妈会想到我说，我叫狗娘，我吓到。平就说猫超可爱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怕就是真的怕。对，好怕。然后你看他像阿玲，蟑螂他都不怕，不怕。可是我就真的很怕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克服。我就看到蟑螂，我真的会尖叫到不行。有啊，那一天我放假，然后我们边就在那边说，哦，他叫到响彻云霄。我想啊，响彻云霄是很大声，真的怎么样？他说很像被强奸，强奸。他说叫的很像被强奸的感觉。我想啊，因为蟑螂就会被强奸，我觉得很可怕、啊，好恶心哦。哦，还有穷等，我准备冻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给我娘啊，有点料，我等一点点，硬找跳蚤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哦我很想把我的脚剁掉，有没有？对，我那天很想把我手剁掉。我洗澡前我一直等，一直在撸嘞。哦，惊一下，哦，惊一下，哦，太不行，好恐怖，要求我。我觉得蟑螂比较恶心嘛。哎，我尺寸练完了，我尺寸有练吗？哦，好像有。来哦，只要680哦。看到下黑色的猫，黑色的猫。我怕猫，我竟然穿到猫哎。怎么这样？来，黑色的猫，这边。它的猫的布料这个是用灰色的，肩膀这边它也是用灰色的哦，然后只有紫色的跟白色，它的猫是蓝深蓝的，青梅我深蓝色好可爱，是真的还蛮可爱，只是说我真的是怕猫，不好意思哦。啊，我女儿超喜欢猫，上次去那个冲绳不是有一个猫岛，我吓到半死，我讲。你搞屁呀！去一边，然后我就喊我爸爸，我妈妈，我喊我大嫂拢伫这边。我讲，我真正唔敢摸猫啊！他猫超多，而且他们那边的猫都有剪耳朵，为什么日本的都要剪耳朵啊？结扎。啊，是哦，猫全部都剪耳朵，就是有结扎的意思哦。但是你看猫，猫都做泛滥了。台湾也有。可是台湾没有看到有剪耳朵的猫哎、欸。还是有一些。外面的野猫没有哎、欸。没有、哦，还是我没有看清楚，没看到吧？还是日本的猫比较干净啊？日本的野猫好像颜色比较均匀。然后他在玩那个猫的时候，然后我牵的猫就看也耳朵都是有被剪过的。好哦，来有喜欢的，来叶子哎，进来哦。皮皮说他也怕猫哎，哇，猫真的很恐怖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来哦，你们喜欢猫的来可以买这一件。有要喜欢猫的可以来买这一件 Lorigo 的副牌，
这一家的这一件真的很可爱，要的赶快加680。如果你今天抽到500的话，这一件才180，真的很划算，真的很划算，好吗？喜欢的穿黑哦，好哦，明星我穿，我先拍哦，等一下穿黑。我很喜欢猫狗，还有什么？回应说，好，好，后面不用，好，回应你喜欢猫狗跟什么？鸟。回应你喜欢三种，我怕了就两种了。他们都说小鸟有什么可怕？对啊，我也很怕小鸟，好奇怪。我最怕猫，小猫跟小鸟，所以我怕的东西真的跟他们不一样。蜘蛛啊，蟑螂啊，我都不会怕，他们怕的我都不会怕，可是他们不怕的我很怕。我怕小鸟，有一次在我家的楼上哦，三楼，然后因为我们家上面是拜拜的，然后窗户都会打开，然后妈妈在那边，我在二楼，然后妈妈就很紧张就下来跟我说，你带麦克林还顶网胶啊，我顶网胶不会你买出个胶啊。很怕，家里养大鸟、小的鸟，今天有鬼宴。可是我先生，我家跟我先生家之前也有养大只的那种大型，就是很像鹦鹉，可是是关在里面的，我不会怕。不要给我放出来就好，它是关在里面的，我不会怕。这样子，我们也有养小鸟。好，那我穿黑。我觉得蟑螂比较恶心呢、欸，蟑螂因为蟑螂都在水沟里面爬、啊，嗯，对啦，对不 对？它细菌比较多，然后它真的长得很丑，然后还有，哦、还有个最怕的东西什么？壁虎，壁虎我也完全不怕，壁虎也很恶心，哦，我也很怕壁虎，壁虎哦，人家说壁虎，哦，我真的也很怕壁虎，他说壁虎很像外星人啊，壁虎真的长得很丑，你有没有觉得壁虎的脸很？就是每次都会跟他四目相对，没有，因为他的眼睛很突，看死我有没有？对，他的眼睛很突，在头好恶心哦。然后整个都是腿，我都没有毛。我觉得壁虎还好恶心，反而蜘蛛我又还好，蜘蛛我不会怕。哦，还有只柴犬，不错。狗我很喜欢狗，我非常喜欢小狗，我不会怕狗，我很喜欢狗哎、欸。像我姐之前家是养那个黄金猎犬，我都不会怕，它整个会这样子。起来有没有还会这样子跟你 give me five 哦？会骂 give me five 啊？还有谁要看黑色呢？黑色，壁虎会吃什么？会吃蚕。蚕？壁虎会吃蚊子吧？蚕。壁虎应该是会吃蚊子，因为我先生很喜欢养壁虎。还有那个小小 baby 有没有？还有黑色一点的、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抓起来，想说抓起来把它放到房间，然后它会断尾求生，有没有？就摇摇摇，它就尾巴就断掉了。壁虎真的也很恶心。好哦，那要拍黑色啦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又保卫了呢。对啊，还有呀，我们又介绍不完了，已经8:30了。要明天吗？有。哦。明天也是6:00。哦，那明天就要快一点了。今天我搞完，所以要把可以那个什么，哎，好，今天18组吧。好，觉得后面很多哎、欸，等死我了。等一下，你有裤子哎、欸，你还有裤子啊？我知道哦，那你这样回去可嘉。我只是起来伸个懒腰而已。好累，我的喉咙好痛、哦。我只是站起来抖抖，抖一抖而已。怎么了吗？我先换那个紫色好了，我觉得黑色好看。我觉得补完。对，真的，你光天光起来，来，编号来到的裤子是13号，编号13号哦，一样是衬衫棉料的，一样是衬衫棉料的。
棉料的，它是挺布的哦，挺布的。颜色呢有杏，这个颜色有没有漂亮？紫色哦，葡萄紫。这个颜色如果你们喜欢的也可以加，因为我觉得啊，怎么看一下标签啊？粉，这个是粉啊，这是粉哦。粉紫粉紫，来哦，正确的颜色它是紫色，可是要打的话你们要打粉色哦，好不好？要打粉哦，哦这个是紫哈。然后这是什么色？我看一下，灰灰，对了哈，灰蓝灰蓝的颜色，对，它是灰蓝色哦，灰蓝色啊。要的话要打灰啊，这个是紫色，要的话打粉。但过你这根卡嘞，然后这个是杏粉啊，对，就紫粉紫粉紫。你看跟我的指甲颜色有没有一样？嗯，有吼、今天很流行这个颜色哦。嗯，来，还有这杏，然后我身上这个是蓝哦，好。我身上这个是蓝哦，然后颜色有四个颜色，有四个颜色哦。编号十三号，编号十三号，来报一下尺寸哦。好。来，颜色有杏、粉、蓝、灰，有四个颜色哦。腰围30到54公分，臀围53，大腿24，长度52，裤裆30，可以穿到。XL 可以穿到 XL， 臀围53 XL 干什么呢？怎样？好，重来，穿到 L 号或是大 L 好不好？重来是从第一组重来，是不是太多？就是建议穿到 L 或是大 L， 因为 XL 穿起来可能会整个是很像马裤，就会比较贴身，可是它是有弹性的啦，它是有弹性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尺寸你们就听清楚。腰围30到54公分，臀围53，大腿24，长度52，裤裆30，颜色有杏、粉、蓝、灰。喜欢的话帮我打13，带颜色加一，只要1100，只要1100块哦，真的很便宜，这他们家的其实很便宜。然后一样是五分裤在膝盖上面，现在买如果要买短裤，一定要买在膝上。如果买七分就是正常到这边嘛，就是不要买那个半长不短的，因为我觉得它刚好卡在膝盖会不舒服。要买的话要短裤就是要五分或四分，好不好？短裤就是五分或四分，要的帮我带颜色加一哦。等一下穿灰哦。好哦，没问题哦。来，牛仔的，然后后面是素面的两个口袋，它版型很好看，很好看哦。你们喜欢短裤的就是要加。好吧，那我先拍，我等一下穿回。真的很好看，就比较挺，它不会那种牢牢，就是会贴在你的大腿或是贴在哪里，不会哦。然后你看到后面的弧度，它的版型好看啊，这个喜欢的话你们真的可以加，而且只要1100块，然后只要在线上加一，我们就会抽一名，然后500块的购物金哦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可以加，可以比较一下9和13的版型吗？可以近看蓝色吗？9跟13是哪一件？九的它有扣子，一排扣子，有外套起来讲，对，的蓝色嘛，空，空气，九跟13，啊13的话就这样，对，好，来版型不一样哦。
一样，它这个算就是比较宽一点点的，然后这个是比较下胸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它的版型比较下胸的感觉，然后它这件是比较宽，然后短短的，它这个是四分裤，然后这件是五分裤哦，版型不一样哦。然后它这件前面九号这个是假的，好不好？它是假的，一样都是伸缩的，有没有？整个都是弹性的，跟这件一样。版型九号跟十三号是不一样的哦，可以折裤子吗？可以啊 ，Grace， 等我一下哦。然后我先谁说要近看蓝色的？琪琪，来近看蓝色的。妙妙，琪琪妙妙屋吗？琪琪，来，它这个是蓝色，是牛仔的，薄款的哦，薄款的牛仔布。然后颜色很好看，然后它腰围的弹性也很不错，然后就是穿到 L 号或是大 L 左右，好不好？它的版型好看哦，版型好看，薄款的，非常薄。然后折裤脚，等我一下哦。Grace， 耶，你怎么知道我都会折裤脚？因为我脚比较短啦，所以我都习惯折一下。来，哦，哎，好看呢。Grace， 这样子折起来。科技 OSU， 我也是。你看它，我折起来大概就是也是四分裤，然后放下去是五分，然后你看你要折或是不折都可以。然后因为我的习惯，我都是会折裤脚或是折手袖，我都会习惯性就是穿上去就会在那边折，有没有习惯性？真的很好看。然后我这个是灰色哦，要折不折都可以。然后我觉得它版型很挺，就是不是那种。有一种布就是那种牢牢的感觉，我不喜欢那种牛，就是那种布料的裤子。我觉得要穿裤子啊，你就穿挺一点，然后薄款的，好不好？我的真心建议。然后你们喜欢就可以自己加，对你也会折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习惯就是手，棉T我也会，然后裤子我也都会，不管了，只要穿上去，在我的身上我都会折。然后后面是这样。这件裤子你们真的喜欢的话，我觉得短裤都可以加一，好不好？短裤我觉得今天的每一件短裤都很好看，都很好看。然后长裤牛仔号，牛仔的十一号那一件你们也可以加。阿文拿穿第二轮的时候可能会爆单哦。对啊，对，又穿第二次有没有？我折起来比例比较高一些，真的 ，Grace， 我也是，我放下去就觉得人好像有点矮，然后我只要折裤脚，我觉得脚长的比例就会比较高，真的有差。我们这是矮个子的那个有没有？一定要折一下。腰围最大多少？明秀腰围。腰围我这几号？哦，十三。腰围30到54公分哦，30到54。然后你们斟酌一下，看你们 O 不 OK。臀围就是53，臀围53哦。这个是编号13号哦，13号。雾掉哦，又回来。好，那喜欢你们就自己加，然后我就拍这个颜色。我们剩最后四组，最后四组，哦，好赶哦，搞危啊，搞危机啊，搞危机，工人打坐的话，去别送他回，工人我该跟我回去啊，对啊，来编号41号，来比较不一样的，比较没有那么休闲的款式。然后颜色呢有白蓝，然后杏，对不对？白蓝杏。品名叫什么？品名叫嘘嘘。嘘嘘，胖妞吗？虎虎。可以随便聊吗？这是虎须吗？虎须？虎须的须吗？须吗？一起写这须吗？虎须。还是虎？虎须上。嘘嘘。
虎虎，嘘嘘，嘘嘘吗？我不记。胡须，嘘嘘，讲一讲胡须张磊罗阿峰吗？我跟你说，不是我，我不是我，当然不是你，就是令大美取的，嘘嘘嘘嘘滚边。我跟你说非常好，这样大家都会找得到这一件，绝对不会找不到，大家都找得到这一件。嘘嘘哦，嘘嘘这一件、哦。对。然后啊，它的料子呢是竹节棉哦，它是竹节棉，然后白色呢一定会透明哦，正常的好不好？正常的，然后颜色有白蓝杏三个颜色，白蓝杏，你是白兰地哦，白蓝杏哦，白蓝杏，我们快要结束了，我们剩最后两款哦，我们要结束了，今天线上加一抽多少？我吧，公开分享抽什么？李子三名，对，好不好？赶快赶快。趁现在再趁胜追击，喜欢前面的赶快趁现在加起来，线上加一抽五百哦，抽五百哦，非常的多哦。然后我身上这一款呢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总共是三个颜色。然后它呢，胡须章非常好。然后啊，它的手袖，它的手袖这里啊，它这里有接一个这样子一整排这样子洞洞的感觉，然后它的这个。有接这种嘘嘘，很像那种毛线，毛线嘘嘘的感觉，嘘嘘边。然后啊，它的下摆这里一样哦，有两条接，这样它的布料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一样哦，下摆跟它的手袖这里呢都有呼应到，都有接那种毛边的感觉。哎，来不要。来编号十四号都没有讲，我跟你说一直讲没有换气，就是到最后会这样。来编号十四号哦，十四号打折下来是1240哦，1240胡须滚边造型衫，啊，这不是你的衣，不是我的衣，我无写黑啦，现在还是你的衣，真的很像你的字哎，还跟你说字好看啊，就是会被人家误认为，然后字不好看的就不会，你看我们多好。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是我里面最好看的字就写你了。我然后诗编文编，我们三个字就是丑到爆。最丑的垫底的就是文编，最丑的是文编，不是我，还好有人垫底。最丑的是他，哦，真的很丑，丑到光是丑到写什么字啊？我看看不是你自己是油还是怎么样？来打折下来是1240，肩宽42，胸宽53，袖长21，袖宽23，衣长60，可以打啊，不是可以穿到53哦，可是我觉得它可以穿到 XL 哎，这是可以穿到 XL 的哦。然后啊，它的竹节棉料啊，就是有像竹节棉吗？就觉得不像哎，哦，应该很像那种 DC 嘞，它就是它上面呢、啊、有很像竹节棉的纹路，可是。摸起来又不像竹节棉，因为竹节棉的弹力很好。十二号你有报的吗？十二号今天吗？秀玲说，好，秀玲来编号十二号立体猫咪的话，肩宽45，胸宽60，袖长16，胸宽21，衣长64，下摆51，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到秀玲。是，秀玲呢、欸？秀玲，我刚刚才想说要问你说，哎，你最近生意好不好？秀玲。来哦，这个啊，面料真的很好哎、欸，我觉得它跟竹节棉十二号的材质哦，十二号是棉的，棉哦，十二号是棉质哦，对，是棉口的布牌哦，棉质，对。然后啊，这个啊，就我其实讲不完哎、欸，就是一直觉得它就很说明天小碧我来了啊，明天要直播吗？要，有啊，这是连播三天哎、欸，三更，我们这是连播三天，你们要追踪我们三天哦。好不好？这三天一定要锁定奇异果，衣服都爆炸好看。然后啊，这个我一点结果没有，一点功没出来。这个好，小贝你来啊，你好哦。我回家已经高涨嘛，要落车呢。我已经要落车，这个感觉很像竹节棉，有没有？白色真的很像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它摸起来面料又不像竹节棉，你摸它好特别哦。就是，就是有点竹节棉，有点两种材质。嘿，有一点仔 DC 的料，因为竹节棉的弹性真的很好，
可是它的弹性又没有到跟那个竹节棉一样这么的好，对，因为它这个这边生意很烂。哦，谢谢我们哦，秀玲加油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那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秀玲，加油！要照顾好自己哦，哈、哦。好，然后啊，这个面料啊真的很特别，就是有点竹节棉，又有点 DC 的料子。然后我觉得三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杏色，然后我觉得可以穿到 XL 号哦，可以穿到 XL 号，蓝色也很好看哎、欸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才有空。小兵，你打哪班哦？蓝色就是可以配蓝色的裙子，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是一个病鬼啊！超美，超级美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可以穿到 XL 号哦。好，然后很凉，好，真的很凉。我觉得它真的透气到不行。然后这个就是跟我们以往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青居，好不好？青居，太青居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两家都什么？青居。有没有买起来？买起来，青居哎，买起来哦！啊，买起来去拉拉山穿。好，让我拍照了哦。有想要看什么颜色可以点菜哦，可以换哦。后面一点。好，可以。可以重来，好，切到我的脚，不是切到衣服，好，川南，好，没问题哦，谢谢你点我菜啊，这样那我感觉就是你们真的有喜欢这一件衣服，好不好？尽量的点菜，尽量的点菜。为什么你的脚那么开啊？哎，我怎么知道你要那么开？我怎么什么知道你要那么开？因为我没有注意到哎、欸。哦，有了，脚合上去了。哦，啊、那张没有的啦。好，有手工，还要会小费我不好的。
然后这件裙子只要730块，这个建议你们一定要包两个颜色，好不好？然后我现在穿的是蓝色，然后还有咖啡，还有黑，三个颜色都是基本色。小 B 零八的话是840哦，进来08840。08840元哦，小 B 推粉跟绿哈，小 B 粉跟绿哦，来编号15号，编号15号打折下来才730，各位加了加了，快点，这个价钱真的不买可惜啊，对不起自己，真的。来，腰围是29到51公分，臀围63，裙长77，然后它的料子呢是棉料，可是它有点。DC 的感觉，它是有一点点很像 DC 面料那种，很舒服就对了。这个面料很难形容它，完全不会刺哦，它不是棉麻哦，它是有点衬衫棉，可是衬衫棉的面料它加了比较多，所以它是不易皱的那一种。就算格子皱了你也看不出来，因为它的格子是小格，就算皱了真的看不出来。然后前面就是基本款两个口袋，一整圈腰围都是松紧带，然后。很推，三个颜色都非常的推。我现在穿的是蓝色、深蓝，然后还有咖啡，然后还有黑色，三个颜色都很好看哦。然后可以穿到大 L， 可以穿到大 L 号。喜欢的赶快，我们要结束了哦。进来哦，进来哦。喜欢的赶快，我们要结束了。线上抽500块哦，线上加一的会抽500块，然后公开分享会抽3名韩国零食哦。这样子，我现在穿的是蓝色，好了。我先拍照咯，好，好，然后后面是素面哦，后面是没有口袋，就是只有前面两个基本款的口袋，它是不是一件很素，就是素素的格子裙。可是啊，格子裙真的很好搭，你上衣只要是搭素面的都可以，只要是素面的短版的都可以配，然后真的很凉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凉，夏天也要来一件裙子，好吗？夏天要来一件裙子，跟我们以往卖那种休闲裤的感觉真的不一样。OK， 好喘喘哦，好喘好喘，真的很喘，真的很喘。哦、裙子真的可以加起来才730哎、欸。这个裙子也可以买、欸，就是我们如果有去那个的，对，可以在那边换啊，对、嗯，因为它是 A 字的，所以比较好换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耶、欸！我们要不要先买起来放啊？如果我们有去叫公司啊，叫红哥说可以，红哥你留你买留个两件好了，对，就1件1件，我们留两件就可以去换了、啊。然后我们有去韩国连线直播的话，我们因为在那边没有得换啊，我们都会用裙子，有没有在那边？穿裙子，然后换裤子。对啊，不然就被你们看光光。Beautiful， OK。最后两款，我们要结束了。Beautiful， Beautiful， Beautiful， Beautiful。有没有很趴？最近有没有很趴？2F33的哦。来，我们去年是不是有卖过啊？有哦，类似的，对不对？很像哎、欸。来2F33的衬衫棉薄款的颜色有三个颜色，有绿黑白，有绿黑白。惠子哎、欸，裙子没有内里哦，裙子没有内里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没有内里 OK， 这样比较凉，因为有内里会比较热一点，因为它不会刺，它的材质是不会刺的，然后也不会透明，所以它没有内里是 OK 的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腰围。好，我再念一次。裙子的腰围呢是29到51公分，臀围63，裙长77，可以穿到大 L 哦，可以穿到大 L， 一件才730，可以包色哦。真的呢 ？OK。好，编号来到了16号，颜色有黑白绿哦，颜色有黑白绿是2F33他们家的，非常有造型的一件衣服。你看它后面这边它有帽子，然后后面它这边有车抓皱，所以它才会有那个。蓬蓬的弧度，它的后面的弧度很美，衬衫棉哦，非常薄、哦，他们家的料真的很好，就是2F33他们家的这一家，他们的料真的很好，而且造型做的很好看，它颜色就是有黑白绿，然后身上穿的是绿，整个都是衬衫棉料，整个都是衬衫棉，而且整件非常的轻，然后其
前面啊，你看它有这个弧度，有没有？两个口袋在这边，刚好在这边哦。前面有口袋哦，然后它这边有三颗扣子是可以拔下来的，有没有？可以把它打开。然后帽子是可以抽绳的，帽子是可以抽绳的。它的下摆这边啊是有做这个拉绳，有没有？它有做拉绳，所以你可以让它这样皱皱的，有没有？可以抓皱，就是你可以让它皱皱的感觉，然后后面就是这样，就下摆它是有型的，整件都是衬衫棉料，料非常的好，而且不会透明哦，只要穿一件就好了。来，这个是编号16号哦， 2F33 他们家的这一件，你们真的要买，因为非常有型，很趴，好看又很凉哦。来，编号16号，今年比较便宜耶，今年比较便宜，觉得今年好像比较便宜。来，编号16号有绿黑白，肩宽47，胸宽61，袖长25，袖宽26，前面的衣长60，后面70哦，下摆66公分，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只要1570，只要1570哦，要的要帮我打16，带颜色加一哦。布料是衬衫棉料，是没有弹性的，是没有弹性的，有型的有没有？它前面这边它是有做这个车线，有一个弧度，然后这边呢、啊、两边都有口袋，我觉得它这件真的很特别。2F33的他们家的这件很特别，很趴。它的型是我们会卖的啊，对不对？有人喜欢吗？有，我喜欢。赶快加一啊！就我赶快加一。版型真的很好看哦，我一直犹豫要不要买，买什么？好哦，米姨，我等一下穿白色给你看。那我先拍，我等一下穿白。黑色哟。哦，好，那我等一下两件都穿，我先拍绿。上衣真的很趴，真的很好看。2F33他们家的衣服真的很好看。来，黑色的哦，黑色的，它的版型赞，而且布料很薄。面料很薄哦，上周苹果牛仔裤还可以加、啊，是吗？米，我等一下穿白色。小 B， 你说上周的苹果牛仔裤怎么了？黑色的，黑色，谁要看黑色？因为这边可能吃字没有看到。慧萍，慧萍呢？黑色这一件可以加，因为它 穿起来真的很趴，然后又很薄。它版型就是前短，它这个弧度很美，它这个弧度超美的，这样子。OK， 那我拍照哦。卖的好吗？他是问卖的好吗？哪一件卖的好吗？苹果那件哦，还可以啊。那一件苹果牛仔裤穿起来版型很顺哎、欸，我觉得它比黑牌的穿起来两个比，我觉得它比黑牌的再顺一点。我的身形啊，我的身形比较适合穿苹果的。所以你有没有买，小 B？
你有没有买？你说苹果的吗？苹果的不厚啊，都是那个薄款的夏天的材质哦，不厚不厚。米妮，米妮耶，白色的，嗯，白色的很好看，就白色是比较亮，白色比较亮。米妮，米妮哦。好好看哦，这个你们去年没有买到，今年可以买耶，我觉得很好看。那就是可以配黑色裤子、牛仔裤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啾啾，这样很好看哦，喜欢的赶快加一哦，我们等一下会下播之后会抽加一的，看到了哦。好，那我。今天几款？今天到十七，今天到十七号。好，今天是到十七号，然后裤子最后一款哦，然后喜欢前面的赶快加起来。对，等一下会抽奖哦，下播会抽奖，今天会抽线上加一，抽500购物金，然后公开分享会抽三名韩国零食，韩国零食呢就是随机款哦，随机款。都是很好吃的。来，编号来到了，一样是2F33他们家的，一样是2F33他们家的版型超好看欸，我觉得它是有点微低档一点点，微低档。然后觉得我刚才穿的燕麦色很好看，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。然后这个颜色是要打白色，它是有点燕麦的颜色。这件裤子啊是编号17号 2F33 他们家的，颜色有绿白黑，我身上这个是黑色，然后它这个是有点微低档，不是那种很夸张的，你看我穿起来就是这样，就稍微微低档的感觉，薄款哦，布料是薄的，然后你看它的造型是这边有一个口袋，有没有，它是真的可以装东西的，这边有个口袋，这边做一个造型，这里有口袋哦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个口袋。然后呢，它的布料，它前面这里哦有车线，有没有，两边都有车线，所以它穿起来会比较挺一点。后面呢，口袋是比较大一点点的，是有点微低档的感觉，版型很好看。喜欢穿这种比较不一样的，你们就是可以来加这一套，因为它整套都是 2F33 他们家的。整套都是 2F33 他们家的，弹性很好哦，颜色有白、绿，还有我身上的黑色。念一下尺寸哦。好，来编号17。来编号17，颜色有绿、黑、白，它的腰围32到68公分，臀围58。大腿24，小腿20，长度82，裤长41公分，可以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 S 到 XL 都可以穿了，只要1600块，只要1600块，要的要帮我打17黑加一，17白加，或是17绿加一，弹性真的很好，可以穿到 XL 哦，因为它有到68，拉给你们看。它有到68，因为它整个弹性超好的。然后你看哦，有没有，它整个弹性超好，整个布料非常的弹，很好穿，很好穿。想要找不一样的裤版，你们可以来参考这一件，只要1600哦，1600，好不好？这是 2F33 他们家的。
欢的就自己加，那我先拍照喽。好的。用掉，不然你就浪费那五百。